开了吗？哦，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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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可能出完弹幕很多，就 卡住了，卡住了。现在我们在那个，这叫国家会议中心。下班什么呀？怎么好劲儿卡了？大家注意注意素质是吧？下班什么呀？适应一下，哎，有些说别发弹幕的可，哎，你是，啊，这行，啊，好的，可以照一张，照随便照，哎，不对，我在说谎，啊，我也。谢谢。来，那我来照吧，要不然就好好。你帮我拿一下这个。你好。走吧走吧，快快快，时间来，时间来不及了。好看，真的吗？你不要骗我。好看，我觉得很，就长得好看。哎，这自动登记的飞机。那，暂不发送，暂不发送。很忐忑。今天。眉毛画的要起飞，能照个相吗？哎，我们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就上去了哈，不好意思。好了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说的大实话。快上快上！啊，去哪里？这边电梯。好。你怎么走？我是保安。主卫生在一楼。大姐，没没没没。哎，你们怎么在这里？你们是在这边一会儿要上去吗？哎呦，吓我一跳！我们买票了啊！这里还有卖票吗？他有卖票的，他有对外卖的一部分的票，是多少钱一张啊？1000多吧。啊！六排之后1000多一张，我记得好像。上电视了，上电视了。这么贵的吗？那你们是 ID 是什么呀？要报一下 ID 吗？我们萌新，萌新，萌新，萌新吗？大佬都在上面。都组团了还萌新吗？你们进来了吗？哎呀，真的有签过一张票？你们是签过一张票买的吗？那买就是后面，1000多是第六排，我是1200多的第六排。这么贵？大家好！吓死了！快点快点！哎呀！吓死我了！我先去那个。领票处，你们在这边等我一下，我去找他。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后面这么一大堆，嗨，哎，那个是挂柱还是大雾啊？我分不清楚他们两个。哦，这啊啊！我先去签到。要不要戴口罩？不好意思，哎。你们这边要先领票吗？我们那个新浪游戏的小姐姐。漂亮，她叫文文，比较酷。谢谢孤独时代的，就是发姐的证，然后发姐的票、小臭的票和您的票，好吧。好，然后大洋那边现在有那个陈小军那边去拍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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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来了，啊，谢谢。发姐跟上，那好，死饭。哎呀，我是好的，行。刚才那是那个新浪游戏的美女小姐姐，叫我问六六应该还没有来。小梅花姐，哎，我觉得好眼熟。我是要新工的。哦，对对对，你是那个叫新工的。
感觉只有我一个人拿着自拍杆，不好意思。没事，也就你一个人，后面跟了那么多人。没有，他们就。哦，再这样就不让进了啊！票呢？票呢？三个人。票在哪？我们三个人。这是你们是六七三七三的吗？往前走，往前走。这边，这边，好来。哦，好。这个别走了。好混。哎，我看一下票呢，不给他们看一下好了。这是800多的。哇，800多。哦，游戏论坛和那个的票价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转手卖了，然后刷脸进去，对不对？商业奇才乘以八。哎呀，你们怎么都是买票进来的吗？我靠！哎呀，不是他那线下开了吗？这一群人。差不多了，他现在谁都撤到。好，还是想说注意安全。他们昨天晚上去 KTV 了，好像不知道几点结束的。我憋了一下，然后睡着了。哎，我这两张。好。哎，好热啊，里面。嗨。去前面签到，然后会场里面就把衣服可以脱掉了。你们不是要热死？还好，我等下脱就好了。我很热啊。我发现啊，在这里反正他们也听不到什么。我发现他们这些人在真人还是比视频上好看，对吧？没想到我会这样说水友，就是昨天看了一下那个 KTV 的直播，我觉得哎呀，太真实了吧！今天一看，哇，真人好帅，真人好美，就跟我一样，果然是什么样的主播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哈哈，大家都不太上镜啊。主要是昨天 KTV 的灯光很魔幻嘛，再配上一些鬼哭狼嚎的歌声就很可怕了。啊，要干嘛？要合影签到处这边。电商哦。这么多了，太多了。是随便谁都可以去吧？买票进来的都可以。哦，哎，跟大家说。你好，我是咱们新浪工作人员，能跟您合个影吗？等我们先来这边拍好照。好，您先拍，您先拍。哇，这个小姐姐这么好看，我不要再到后面拍。这谁啊？哎，你们一起拍还是不能？来来来，我觉得我看到这是个土包子。帮你拿。啊，帮你拿吧。哎，我不好意思去。去吧。我要脱衣服吗？要脱吗？来合照留纪念吧。你要不脱吧？来脱。哎，怪怪的。哎，场镜就告你了，好，切换过来吧。哎哎，我可以把你拍得高一点。我这样了，这样就 OK 了。剪好看一点哦。稍等一下。要拿什么东西？哎，好，好看，好看的。头发撩出来。哎哎，把那个针给他弄一下，后面脖子，好，可以了。我想拍到正面去，他们好截图哎。我换个位置，这样把这个也拍下来。哇，美！花姐你好，我是王者荣耀君，可以跟您合个影吗？你是王者荣耀君？对。你是关国君吗？微博的。哦，好啊。我特别喜欢你。小伙子，好帅啊！每天看你直播。那麻烦蹲一下。还有多久？三二一，谢谢。那请分两影吗？不会这么近见您。花姐给你先拍张照片好吗？你先来。这个
好了，谢谢让我们去专门分发，还有那个他要带着我们这个东西谢谢第一次这么近看您，我建议完全就是看你们今天这个时间，这回我们没有，我在前面啊哦我帮你拿好了，小姐能照个照吗？我帮你拿，我帮你拿。你不是想拍？那我们要么直接走吧？嗯，对。那我们直接走。那你要么先帮他拿下，我先跟他说一下。小姐，你跟着我。那我们直接进去吧，他这边已经感觉是我要不站着。哇，好美啊！大明星，来，关你。眼睛超大。快！你也去，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去。我们走吧，来，要不咱们先去那儿，然后后期我们再大明星陈一发，好，逛一圈，好，可以，走吧，走，满了，这边，咱们好，来，咱们先走吧，谢谢，怎么，抱歉，大姐，能不能合张影？我也是工作人员，好，咱们拿新浪的这个。哎，好吓人！不好意思，我们赶时间。好，我坐。先看几个看。看这个灯光好吓人。走吧。好，走，去哪里？去哪里？哎，放心。慢点，说慢一点。谢谢，其实还好。哎呀，我觉得那个拍照它不会要发出去吧？我觉得我拍的好，他们事后会发，这个不是现场发的，应该会 P 一下，他不会 P 一下，我觉得。张淼照片，那个小薰的照片跟他对一下啊。刚才那个美女居然是母婴论坛的。啊？就刚才那个不是我说挺漂亮的那个母婴的。人妻。好爽啊！哎，你这爽什么？你也是工作人员。会修图吗？好，谢谢。我觉得完全我不会照相啊。哎呀，就好。哦，这是哪里？后场。哦。休息区。哎呀，那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出去逛一下？他想去。那您先这样，先照完了，然后要还要照吗？照什么？这边还得，然后您签字。哦。我帮你拿。那个张淼，你这整完了。那你谢。然后。哎呀，你把取了嘛？你化了这么久妆，你戴个口罩是不是傻？不要，脸好大哟。像李干。告诉我个时间，我让他已经在这个。这样，就这样，我提前照点跟你说，行吗？好，可以。对，然后我们两个提前跟你说，然后给他们。因为我们这边高层好。然后，要紧的是我还是。么么哒。这个要取掉吗？有事我让张姐给你。东西放这边没问题。没问题。好。啊，有事来。脸好大。您坐哪儿？哇，谢谢小马，谢谢我的马。好，行，你照吧。就在这儿是吗？照半身好。可爱。这边有点黑耶，这个灯光。哎，截张图。小马大忌。我第一次用拍的。拍在哪里？我不太会姿势。没事。好。这里好热啊。对啊。我穿单衣就这么热。烧水好像没有。可怕。尴尬。谢紫冷大文豪。早餐没有钱。哦，你们就很会摆姿势，剪刀手不是世界通用吗？如果上去的话，我可以让他先上去。稍等，刚才没有上去是吧？好，谢谢人类世界太有趣了的狗子。
难取了。不，我摘了香梨干。我昨天看，你是自黑头膜。我昨天看他们截的那个图，好像梨干哦，我觉得好恐怖。你当时就手撑着脸，把脸弄得很嘟啊，当时，不是没有像，就没有当时。说错了，你是暴露了。你看您还是这儿还是？梨干皮肤很好。并没有安慰到我。好，嗯，这里啊，好，谢谢忧伤的一笔。哎呀，送的灰机。伤感啊，这个照片。没事，你要是觉得满意的话，我还可以再给你拍一些。然后这边有笔。好假哦，你们小车好美，都没有看到我，还是绿色的，还是绿色的弹幕。凑凑，我看到你了，开心酱。大周子明，开心酱。一个水友，你们真的很虚伪耶，表面水友 ，fake 水友。哇，我这个脸简直变成造成。脸盆了，我再也不拍拍立得了，我没有，他们这边有专业的那个就是数码相机照的，然后到时候更可怕，我们就要每一相机，我们就要自拍。他照片会发给我，我会帮你check好。对对对，嗯。来喝个水。你把小臭美美美，你把你把被子。姿势。嗯。哎，其实。哎，不能这样拍。然后我们这边一会儿会可能还得有一个就是。在公仔，您在公仔背后可能要签一个名，因为要发给那个王老板。没问题，这个可以取了吗？啊，可以，这样可以取。成功 up up。那我先上去了，您要是自己逛的话，就从那边还得穿过去。这边就是十个大 V 都会来这边。对对对对，他们都会在这边休息。在这里边。所以一会儿他们都在这边啊。对。对，你可以先上去逛一下，反正我让他到时候先提前发消息给我就可以，我就直接下来。好，那我先上去了。好好好，谢谢。谢谢成功之道送的办卡，谢二兔宣将，嗯，宣将，发儿小笨蛋，宣将不是二兔和宣将不是宣子巨儿兔吗？叛徒，我们中，我们卖这里的门票嘛，卖两，这里是，你要去逛一会儿吗 ？VIP 室，这里好热，贼热。我也觉得，要么你出去逛。你再脱一点吧，我觉得你。你把里面的那个最棉毛衫脱了呀。衣服。那棉毛脱下，我感觉。我都装不下呀，我们三个人每一个包可以装下我的。就拿在手上也比穿在身上太热好啊。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起不到什么作用。我穿了一件单衣，然后我在这里出汗。他们穿了一件保暖内衣加毛衣，还加羽绒服。没有，T恤不是保暖内衣。你要直接冲啊！不是，我在想脱不脱。现在弹幕全都是太刺激了。脱衣神器，你可以。我可以不用，就是把外面脱掉，就把里面。那你要表演一下吧。不要表演还是太刺激了。我怕我直播间被封。你说原来迪台主播这么有才艺，还会这么脱衣服。那要不要我们出去逛一下？可以啊，那东西呢？都放在这里应该没问题吧？他们这边都有保安。哎，我想拿个手机，手机在我袋子里。头发太卷了，那就不拿了吧。我还是想拿。你要么就放我这里。哎，我想玩玩。那走。走吧。你要不要开直播啊？我不要，我们那个直播不好看，他只能竖着拿那个直播。那不就颜值区吗？挺好的。哎，我们刚才是……哎，对，我好像也可以开。他是怎么带我们走的？我刚才很慌乱，我一直不记得。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这边。越弄越乱，这凌乱的一个，主要是弄得太卷了，有点像秀兰邓波尔。我知道你们不知道秀兰·邓波尔是谁。一会儿，现在13:56啊，那他们是不是应该都签到了？还是会迟到一点？这马上就开始了呀。对，他们都迟到了，我们是唯一不迟到的主播。
那可以奖励我200万僵尸粉吗？那怎么奖励呢？是吧？我没吃到是吧？我还来宣传了一波，求新浪爸爸就是奖励一下。不然的话就对我们这种不公平。难说负心汉不敢来。你要逛街吗？这边是什么？好像是人家的那个。这边都是买了票才能进来的。为什么叫你胖臭？啊？什么胖臭？不知道。哎。要从这边。哎，这就是王者荣耀的关国军，那小哥长得还挺帅的。被挺王者荣耀的。怎么像挺王者荣耀？他们感觉好激动呀。那个石工跟我说他2点到，不知道，哎，不知道他现在到哪里了？他说2点到，应该2:01会到了吧？啊，那是 JY 吗？哦，那是 JY。哦，对对对。发姐。哎，方便合个影吗？哦，那你来吧，我来帮你拿。谢谢。哎，哇，673-73阿福啊。这你俩去哪呀？哎，这不是，就那个。阿总。好好看。挂住小姐姐。这么好。哎。来，爸爸，爸爸超漂亮，超漂亮。蹲下，蹲下，还有，我本来想说他们那个直播间在哪，然后结果隔壁他们自己都已经嗨起来了。我又没带。好，我拿手机。哎，好了，谢谢。开心吗？幸福，开心，特别幸福，超美超瘦。喂，小姐姐 ，Hello。Hello。要拍我们？看一下美丽的673-73女粉。大家怎么都2米多啊？太高了，太高了。啊，八姐，你有没有抓到娃娃？我送给你一个，我抓到了。哇！你是新浪员工吧？你是新浪员工。你这个广告好硬啊！我以为是水友，然后他抓到了这个娃娃，送。你不是新浪工作人员吗？你们还用装吗？不是发的吗？然后我们尽量不要站在主干道上面，把手机往旁边。这广告真的好。他姐合张影行吗？谢谢。蹲下。哎呦。哈发打广告，扣。对，阿福姐。花姐，花姐，这边可以吗？你们都买了票进来的？88啊。小臭姐姐超不想跟你合影。回头见到。想臭合影吗？来吧，谢谢。有我带了一个口罩，哇，有点卡。要不，暗示换新的了。花姐。可以。哎呀，抖，不行。你还紧张吗？我走了。激动。要不要放美美？谢谢美美美，谢谢。哇，你们开始了，两边一起。我手也是很抖。哎，慢点，小臭。哎，你们
们都好有礼貌哦。完了，好激动。完了，手好抖，怎么办？别抖了。把手好抖。我的手是这样的。哇呀，手真长这样。什么叫要是我真长这样？发发美美美，我就不合照了，这么碍眼。哇，手好紧张！我的天，我的妈，你呢？抖成筛子了！我的天！忘了，忘了 ，sorry， 不好意思，没事。啊，好，抖成震动。这样可以吗？好，谢谢。没事，没关系。我只有半张脸，我来吧，我来吧。对，所以就没有办法。哎，我也想合照，但是我怎么？大姐，我们可以的，拍一下美颜。很懂啊。没有。那我帮你拿着吗？这个。好。哎，等一下。你太美了，要不然。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说要去逛一下的。就这边兜一圈吧。哎，你们是自己买的票吗？嗯，对，我们叫天灯找的票。不是，多少钱一张？多少钱不知道。哦，他们帮你付了。嗯，对。来，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ID， 好挂住你啊，发发。我是哪的？你是哪个 ID？ 我报一下吧。你是哪个？啊，你是也是小哥。哦，这个我还加你微信了。哎呀，是小哥。哎，头像。哦，也是。啊啊啊！也是。哦，也是小哥。也是小哥。这是那个微博上的也是小哥是吧？应该很多人也看到过他。少年俊。哇，很多很多你的粉丝。火。这人超瘦的，哎呀，我不好意思。能跟你合个影吗？哎，怎么是我？掐住！美。那你签个名行吗？谢谢。随便啊。来，拿住。再签张照片呗。哇，你还有？哎，三张吧。我觉得我的壁纸很好看，我说那个 copy 抄袭，谢谢发姐。哎，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我就多嘴问一下。开始了。那我们不是应该进去了吗？没有，他没有。这没有哦，哎，我去看一下那边好了，我去看一下那边。请问能合下影吗？可以。谢谢。哎，这边的是什么呀？呀，这边是 cos。没柜儿是吗？这好像是后台。这边信号不好吗？还行啊。我们时间来不及进去了。哦，好。走吧，我们先进去了。距离看，哎，小臭，走。风好像。这个下面有，去下面哦。现在不卡呀，我看两百多 K 每秒呢，不应该卡呀。慢点。哎。你们真是戏毒。所以两点，哎，好，谢谢。哎呀，赵老师，哎呀，不卡了吧？我们刚才有点卡。拿包给我。没事了 ，OK。哦，我们要下去吗？我们回那个。休息室。哦，好的。哎呀，好省啊，这不开电梯啊。没事，我 OK。取下来。
我停下来。还等一下，别打太狠，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打不过他，啊，他两米好几的。哎，这前面是保安吗？我们去那个休息室，一会儿再过去。等一个解释，他们在里面了吗？我看看，好像在了。哎呦，哎，但是好像没有我们。关掉吗？现在？差不多。啊，一会儿不能开了吗？正好进去就不能开。啊？啊，他不是巴不得我们播吗？会场里面他说先慢点播吧，我要么帮你问一下吧。但是我们播的话，不是对他们是宣传，不是巴心不得吗？平时还要花几十万呢。国师一会儿，国师不敢上镜吧？这边，我是最早到的，谢谢 Nice 的笔记。你们认出来了？他刚才你们认出来了？他刚才11点多的时候跟我说他起，那估计2点半到吧。哎，你们还有联系啊？不是在吵架？什么叫？什么鬼？什么鬼？不鬼？没有没有，是有的是吧？毕竟工作嘛。卡了吗？现在有点卡，这个要留着。我们要走吗？那，我们直接去会场。现在去玩吗？等下我问他一下会场，他说第一排人还没起。号的飞机。这边有点卡，毕竟地下室。哦，那你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微信跟我很大呀。你带啊？你带吧。哎呀，这边弹幕都卡住。你把东西拿过去吗？我等一下，拿吧，我觉得，我来拿就可以。哎呀，天哪！我来吧。哦哦，等一下，我来吧。哦哦，等一下。发我们俩的合拍的就。往那个。准备好了。嗯，卡住了，这边信号不是特别好。什么？我的事在这等他是吧？嗯。我现在问一下他。不，现在。怎么走啊？去会场。走吧，我们去会场。Go go go go。那个新浪的那个小生还要吗？嗯。走这边，快点。哎，你穿的这，我发现有点不习惯。发。赵姐，臭姐。到了，先到最这里边。来了来了。好了，出来就好了。不知道会场里面能不能播，反正看看情况。哎，这个是不是在动啊？哦，是我没有动。我这10分钟里面走了大概6遍这个。自动扶梯，哎呦！
灯光照得我好白，真的是通体雪白，白到反光。哇，我怎么这么白？啊，这灯光照得我好白，真的是通体雪白，白到反光。哇，我怎么这么白？仙白到反光。哇，我怎么这么白？仙女白。负心汉，负心汉在哪里？你们照个镜子不就看到了？对，很多那种。哎，那个两米的小胖子不就是？不就是起小点吗？我看到刚才有一个人，有一个西瓜太郎发型的人，很高很高，凑近一看果然是那个小点，不过他现在走在比较前面，我懒得去追了，追不上小点。不过他现在走在比较前面，我懒得去追了，追不上前面，我懒得去追了，追不上，毕竟一米八的腿。哎，这不是？哎 ，Hello， 哎 ，Hello， 你们好。看你的气，哎，你今天是不是穿过这么高？我啊哈，两个人过分了。看看他那身高，过分了。还有他呢？哎哎，思琪，你等下坐在前面吗？第一排，忘了是第一排。哎。哎第一排沙发有写名 ，OK。等一会儿，就是在第一排。哎，第一排沙发有写名 ，OK。等一会儿，前面有可以坐的。这么多人，一会儿看看卡不卡，卡就关了，不卡就再播。哎呀，这不是时工吗？哎呀，你不回我微信，哼，哪有啦？你什么时候到的？啊，你给我带的什么豆汁吗？奶茶。哦，谢谢谢谢。嗨呀，是吧？你坐哪儿？一排四号。哎，给个吸管。隔了这么远吗？谁安排的？好，原谅你了，是吧？谢谢奶茶。来，大姐，赶紧。慢点。哎呀，糟糕。没事。等一下，快擦一下。哎呀。这！别拿手吧！哎，我包里有真皮的，我包里有纸，那个我这没事，这样撸住就好了。不，赶紧擦。你快去吧，他们应该都已经开始落魄了。你开始了吗？来，我拿着吧，来。这个，慢点。来，这么走。谢谢。哎呀，你怎么都行？哎，我跟他不坐一边吗？不坐一边，你是一排四。啊？为什么？哎呀，为什么我？请坐。哦，我坐这里。请坐。哎呦，这不是乔老板吗？是那个花老师吗？这衣服要怎样？你就放在这好了，放这里好了。哦 ，Hello， 花老师，乔老板。牙套不戴，牙套摘了，你看。短短七年，你看我牙套。西瓜太郎。是发现新兴市的平台。对，刚才我老远就看到你了。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演进，微博用户的沟通方式也在悄然改变。文字、图片、视频、直播，越来越丰富的形式出现。旁边是冯老师，广告费结一下。没脖子，你们是说的他吧？因为我也没脖子，所以就比较敏感。到底你们说的是谁？预制贡茶，预制珍珠奶茶20元大。我选择原谅他，是不是应该啊？刚才不小心洒了几滴在他袖子上，我很内疚，是吧？只好原谅他了。开始了，然后请大家保持安静，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谢谢。旁边是冯老师，但是冯老师还没来，提莫估计迟到了，不是估计迟到了，已经迟到了。只有我一个乖宝宝，很早就到了，感觉自己的时间非常不值钱。啊，他不来吗？哎，这里的信号还可以，令人意外。我怎么会故意的呢？我每天打翻大概20样东西，这正常操作的，基本操作。
充一个电池。怎么样？大师弟弟，听说挣了20块就原谅了。可能他那个衣服要20000的是吧？所以只好原谅。不小心撒了几滴那个奶茶在他袖子上，很担心。不是自己在做的。应该那个衣服是那个什么爱马仕加香奈儿合伙出品的那个新款吧？肯定很贵。没有哈，工作拿下就蛮挺好。哦，朋友在做。老潘，你们还有谁呀？这边不是那个提莫啊？老熟人了嘛。小莫问我旁边还有谁？国师在后面吗？谁是国师啊？怎么没看到？我今天他女朋友来了，不错。旁边是，哎，这不是你们怎么混进来的？我靠！我来给你们看看。太过分了，这群人坐的位置，看看，这不是告白吗？老王，大白，告，然后挂住大雾他们的，哎，还有些人吗？还有，后面还有。竞技蓬勃发展的当下，游戏红人秀不仅是一场年度游戏。哎呀，这个戴口罩的是谁啊？这个戴口罩的是谁啊？介绍一下自己。哎呀，那不是季皇吗？我靠，第二排被你们包了。哎呀，好卡。并将以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完美呈现。线上部分，本届游戏红人秀。参与对象覆盖游戏全行业红人及博主，签名游戏红人将历时近3个月，通过新浪微博平台与玩家粉丝进行互动，最终以微博真实互动量为基础进行筛选，一切由粉丝决定。游戏红人巨星桂冠等你来评。线下部分，游戏红人秀将以微影响力峰会其中一个环节的颁奖形式进行。届时，游戏大咖、红人新秀将聚集顶级游戏峰会，亿万游戏玩家真实互动，肯定用了大概7亿吧。公平公开，揭晓年度游戏红人榜。啊，所以冯老师真的不来了吗？12月，我们在微影响力峰会等你。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 PPT， 要看吗？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 PPT， 要看吗？ PPT 要看吗？哎呀，我本来以前就是坐在后面，还经常打个瞌睡，甚至会坐第一排，感觉有点危险。给你们看一下小姐姐好了。哇，今天现场真的是光璀璨熠熠，那台下也坐了很多我的男神女神，心情还非常激动。还是脾气。圈中大佬、微博大 V， 还有在座的各位男神女神，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2017游戏影响力论坛的活动现场。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叶娃娃，今天呢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叶娃娃，今天呢今天的主持人七叶娃娃，今天呢也是我们微博游戏第一次做这个线下论坛。我们这2017年、啊、不是搞了3年了吗？都来了第3回了，生长了一年。那在这一年中呢，有很多。大家好，我是新浪游戏的杨震，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相聚在微博2017超，微峰会这样的一个游戏分论坛的那个盛典的现场。那首先还是代表新浪游戏，代表新浪微博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哎嗯，谢谢。那既然是2017微影响力峰会，那我想首先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新浪微博的发展情况。2017年呢是新浪微博高速发展的一年，尤其是我们的前三季度，新浪微博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我们的微博的月度活跃用户人数已经达到了3.7亿的规模。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其实真正的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整个大盘的池子也就大概有接近7个多亿左右的用户。那微博3.7亿的月度活跃用户数，可以这样讲，已经覆盖了我们接近一多半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网民。而微博的现在的日均活跃用户数也是
达到了1.6亿这样的一个规模。嗯，尤其是我们刚刚发了2017年的 Q3 的微博的财报，我们微博财报上写到我们的商业化的营收达到了接近3个多亿的美元的收入，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就是21亿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那其实我们可以跟我们去年历史同期做一个对比，我们对比发现我们增速大概在80%左右，也就意味着今天的新浪微博已经成为了非常大的一个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也是各个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营的一个必投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那当然呢，基于这个新浪微博强大的影响力，我们在游戏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建树。新浪微博也成为了很多的游戏自媒体也好，游戏厂商也好，包括游戏的一些电竞选手也好，游戏博主也好，提升自己品牌影响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之一。那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会想说呢，为什么你说新浪微博是不可或缺的呢？尤其是对于游戏行业来讲。那在这里呢，我有几个数据和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在微博游戏的垂直运营领域的阅读量。我们现在月度的阅读量预计到年底的时候可以达到200亿的规模。其实去年我们在游戏领域的阅读量还很一般，但是今年我们的增速特别明显，尤其前三季度后面的灯光太强烈，接近了130亿阅读量这样的一个总量。在前天的微影响力峰会的主论坛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运营的结果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游戏领域的阅读量以215%的增速雄居各个领域的榜首，这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难能可贵。我左手边有，当然在这个环节是可以有掌声的。对，我们确实是雄居了各领域增速的第一名。那除了阅读量之外呢，我们在今年的前三季度也是发展了1000余名的优质的这样的游戏博主。我们现在游戏领域的超级火的这样的，也就是说阅读量超过5000万这样的博主，应该达到了接近60多位，而我们阅读量在1000万左右的这种金威的博主也达到了340多位，而我们整个在游戏领域的大这是老唐游戏的微博主，总数已经达到了10万家。对，那10万多的这个优质的博主，跟我这边开了美颜助力共同发展，才成就了今天这样的生态。这是谁啊？除此之外呢，还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年从无到有也接入了30多家的游戏 MCN 机构，这些 MCN 机构帮我们进行微博账号的自媒体的管理啊，自媒体内容生态的建设啊，自媒体商业化变现的机会的提供以及手段的赋能。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希望自己今天经营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能有机会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小道士，那其实 MCN 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基于以上数据，我们才敢拍着胸脯说，今天的微博对于游戏行业来讲是不可或缺的。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举几个案例。一个案例就是今年我们年初1月份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微博玩家盛典，是在新浪总部搞的。对，我们通过网络票选的形式，刚才有看到他在旁边被挡。网络票选的形式，刚才有看到他在旁边。游戏，尤其是很多热门游戏，在微博上的人气王。对，那人气王。对，那今年的6月份，在今年的年中午，我们也是搞了，在上海搞了微博的超级红人，我们微博超级红人节游戏领域的这个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7亿规模，100多万，也是跟比起来，我们的互动跟游戏非常重要的战略关系。英雄联盟现在在微博上大位的用超过了英雄联盟产生的非常非常官方微博数
二亿左右的这种护工，是在 MIC 在鸟巢，可能去了比赛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比赛的时候，这个大屏幕、微博、观众以及。我们后来在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那个微博跟英雄联盟这个阅读的总量达到了现场的，别看直播了，特别是什么这些移动的直播，对行业来讲是完完全全不可或缺的。那我想很多人也知道，2016年游戏行业的市场规模大概占1650亿左右，那可能预计2017年会达到2000亿到2100亿左右。那我相信，当新浪微博跟游戏领域发生深度的融合之后，我们一定会一起合力创造一个巨大的商业价值。那同时呢，我相信那个虽然微博在今年的上半年以及今年的前三季度都非常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里面其实是有在座的各位，你们每个人都在其中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的。那在这里呢，我也是要代表新浪微博、代表新浪游戏以及新浪电竞、新浪VR等等，对在座各位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也希望未来新浪微博和在座各位达成更多更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共同发展。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谢谢杨总。那通过杨总的发言，我们不难听出啊，我们在2017年真的是创造了非常多的惊喜和成绩。嗯，也再次感谢杨总的支持。接下来呢，有请新浪游戏事业部主编韩林为我们进行微博平台发展及微博游戏战略的相关演讲，欢迎林姐。领导。跟你们说过了，欢迎这么多那个这次游戏博主来到我们今天的论坛。然后刚才杨总也讲了，我们的数据在今年是惊人的高，所以呢，我希望各位在来年要更努力。我这么好，应该是现在所有的 MCN 对我有一些的就是熟悉，因为在十月的时候我们有开过一次 MCN 的会议，那个时候我是给大家讲为什么要接入微博的团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就是为什么游戏博主要接入、要进入 MCN， 因为有很多的福利哦。我现在从三个部分开始讲，往边上一点。第一部分就是年终总结，把刚才杨总说的那些数据，我单独一个个往下看一眼，今年有多么惊人的。看，这就是刚才杨总说的130亿。在我十月底的时候，我有给大家举过这个数字，还是100亿，在当时的时候。然后我们到100亿，在当时的时候，然后我们到十月底的时候，看到它已经变成了130亿。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我需要鞠个躬给大家。你们看一个，是你们让我们的数据变得如此的惊人。游戏头部用户整体增长2500名，游戏用户单月发原创微博是228%。这个数据是什么呢？这个数据就是说，今年我们的游戏博主平均发博量较去年竟然提升了200多倍。下一组数据，单个账号阅读量。迟到罚酒三杯。这个是单个账号的阅读量提升145%。我说这样好钱的话，大家很开心了就。你怎么了？账号粉丝量平均增长62%。微博游戏签约的 MCN 账号数量提升286%，就是说在今年以前，我们 MCN 其实没有现在的规模。啊？后面这个数据比较惨了。是19%，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大家游戏博主还没有接入 MCN。我希望通过今天我的演讲，更多的游戏博主能够接入 MCN， 或者更多的 MCN 来接入到我们微博。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说 MCN 一直在讲 MCN，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内容平台，我们这个圈儿。然后需要在内容平台我们产生大V 还有接他发散的用户，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锻炼，就是说很多大 V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 MCN 的站出来了，
他来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聚合的作用。现在由我掌。这样，我们平台有内容产出 ，MCN 来去对接大 V， 大 V 发内容扩散到用户，用户群体成长为大 V， 这样的话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啊，这个数据是我上回，有拍照的人应该有记印象。这个之前还是20来家，在我上回讲完，也就10月的时候，现在刚12月初，10月的时候是20来家。等我讲完那个 PPT， 以及当时那个我们的所有福利展现给大家的时候，现在这个 MCN 入驻已变成了30家，非常感谢。MCN 的覆盖头部作者是339位，刚才杨总也有说我们的 MCN 的。覆盖组作者数，其实这个339看来量级非常小啊。我希望在明年我做总结的时候，这个后面变成多一个零、两个零，甚至3个零。金温数61位是这个339个里面有61位是金温，这个量级其实还是很大的，就这么着一比较的话。然后进入 MCN 之后，这些账号平均总增长是1920万，这个数据可以算算。如果说你们有人想算粉丝量，看看这个数据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对，我也是想开的。然后。刚才杨总也说了 ST 赛事，看一下我们在今年 ST 赛事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可以说 ST 赛事就是在英雄联盟做决赛的时候，今年应该是在非比我可以有的54亿的阅读量。要是按照每去点看的话，是说已经有多少人54亿后面还有讨论量是335万，非常非常的高。在微博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的数据。我现在把 Miss 和作风的两个放在上面，为什么呢？可以看到我们微博还做了一些什么，做出的是游戏身份的亮出。可以看他们的微博后面有一个这时候在屏幕上出现的两个，那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呢？大 V 都没有到现场，好像只要参与这次 ST 的话题讨论，我没看见 Miss 和都会有这个标志。哦，好像它是可以让微博上的人亮出你自己的身份。我看见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比如我的老板，他平常不怎么玩游戏，但是呢他会参加这个，他参加的时候我发现，哎，老板原来你也参与了我们这个活动。所以他是强迫大家来亮出这个身份，我们就可以看到游戏用户其实他覆盖面，经过这个这次可以看到他覆盖面非常多。我可以往后调一下，应该就零个点就完了。然后现在台上讲的都是些游戏主播，这块我们的体育明星、娱乐明星都有参与。刚说完体育就这么。这陈赫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一直在号称自己是游戏玩家嘛。然后你看傅园慧，我们有想过参，我们大家在大家的眼里，他应该是一个体育这块的，他顶多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搞笑啊那种。他有你能哎呀，能想到其实他在 S 七也这么尽力的去为我们中国队加油吗？所以游戏身份通过这个小标，可以很明显的展现出来，展现你的玩家身份。啊，我刚才跳过了一页，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微博这个新产品。哎呀，我本来想把你们立在地上，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大 V 不太了解什么叫新鲜事儿。新鲜事儿，其实我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脱水版的话题。这样大家应该能明白，脱水版的话题。这样大家应该能明白，脱水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可以在这个话题内，就这个新鲜事儿内，可以让大家知道所有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进展。可以看到话题在我们话题内来展现的时候一个阅读。这个呢，如果大家想再去了解，可以那个会后来找我，我给大家详细解。因为它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就是涉及的面特别广，你们所有比如说我若风有一个新鲜事儿，我可以放进我所有的，我比如说我今天干什么啦，我的直播，我的家人都可以放在这个新鲜事里，它可以做很多个类型，所以这个东西涉及的面很广。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来多做一些新鲜事儿，来尝试一下。放地上放不了，它不够长。这个长度。然后再看，在我们 S7 的时候，因为这个 PPT 比较小，没有办法把所有大 V 的头像都放上来，我只挑了一部分。然后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人，其实有的人并不是大家能所知道的，是一直在玩英雄联盟的，但是他们都是这次参与了我们这次 ST 赛事的话题讨论，我们把它挑了出来，可以看到真的是覆盖了我们所有游戏圈吧。我们未来发这个我要敲会板啊，大家都要听，这个会板啊，大家都要听，这个是给你们的福利。关于红人，我刚才在坐在下面的时候刷了一下微博，大家可以打开那个微博，看到热门流，我还以为往下刷第三行，我还以为是我呢，应该是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独家的标志。但是你看到那个 list 的名称上面有个独家标，你知道吗？独家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独家标是针对于我们所有优质的大 V 内容。差不多这个样子，很多人说，听清楚，我重新说一遍，就是大 V 的优质内容，这样说。它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比，其实这个位置是比粉丝头条要好很多。在我刚刚刷的时候还能看到这意思的这条微博。他没有到现场来。他这条微博是12月1号，应该是。想一下今天是几号？也说 BGM 太响了，小点声的。所以说这个独家的位置是非常棒的。然后那个我刚才大概刷了一下，有 Miss 若风，还有那个陈一发的，好像应该也在上面，我有看到刚才。所以说这个独家的话，希望所有大 V 有优质内容踊跃来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来去提交。这样的话，你的内容可以长久的挂在这个上面。这个长久是一个引号啊，比方说应该是一周。今天我们得奖了，因为我没有实际操作过一周之后，他还会不会刷上来？但是我们有我的编辑跟我说，他能刷出一周以前的内容，还在挂在第三位。突如其来的点名。感觉要我回答问题，这就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大家游戏博主为什么要加入 MCN？ MCN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机构，它是能调理的管理。比如说你们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会找我们的客服，但是客服跟你说的是有一个时限，你们可以现在如果加入 MCN， 由 MCN 直接找我们对接，这样的话它更效率，而且现在是视频化大趋势。很少有人能做到就是超级头部那个量级，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视频团队，我自己的个人号，我可以有视频团队帮我进行包装，还有很多 C2C3， 可能大家不知道 C2C3 是什么概念。 C2C3 就是说我有一个微博，我有一小部分的粉丝，比如说10万或者是更低点2万，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没有财力去做视频，这样你加入 MCN， 他们是有视频团队为你进行包装，为你进行打造，不需要费用。老司机吗？你现在当然，最后是一个我们要更效率的进行账号管理。刚才我有说是对于 MCN 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个1v1的，就是客服。那给他更暖宝宝行不行？可以这样说，你们在是1v1。然后你们看到小王了吗？想胖吗？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在你们加入 MCN 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拧成一股绳做一件事情。说了这么多，就是前面后面还有很多好处，我现在单独就是重点敲黑板提一下。给我培养成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账号。他突然跳槽了。他不要在我这儿干了，那这微博是他的，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是有点像岳云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微博上的干涉。这个干涉是指什么呢？必须满足以下3点，我们才可以干涉。哦，对哦，国师有没有看到六六啊？第一点就是机构与旗下的成员有签约合同，一定要签约，这是保障你们自己的，好像他们俩还没有见过，就是自己的一个安全。我给六六发个消息，我说后面那个戴口罩的小胖子就是国师。第三个是你们要在合同中标明，如果违约，比如冻结账号。我们会微博出面进行为此账号冻结，直到你们的矛盾解决。阻止我的行为。好，现在开始讲干货。这个涨粉，很多人就是有很多那个大 V 哥有点低，怎么涨？
这个是对这个些功能啊，其实一直都有，应该你们都有尝试过，对全直播、对全站开放，但是它是有瓶颈的。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我是一个普通用户，我在发有一个，就只有后才能，就是看到强制涨粉的关注来的。这个功能就没有原创的那拿到一个认证上线，是后面的大家的这个100，我电脑里的话，你的等于那个天台 MCN 你就可以考虑了，也是达到100万，比如粉丝这个功能，就这样就结束。在这个，也达到200-300万了。如果你是在讲这些，推荐大家给大家。真的是有很，就是很说大家会刷视频，会发现视频有这个功能啊。看完一个视频，它会自动跳下一个，就是它跳的下一个视频。现在如果你加入 MCN 的话，是你的机构内的，就是机构内循环。打个比方，我甲乙丙三个人加入了 A 的 MCN， 那么如果随意看到我甲的内容，甲方。然后看到视频的下一个可能会是乙，可能会是丙，可能还是甲的视频，就是这样，它会在你的 MCN 机构内循环的跳。这样的话，你机构的一个相互的涨粉的一个维护，就是账号联动。发现页开了。这个发现页呢，其实在我们以前推荐的时候都是一些头部账号的，以及现在的时事热点内容量比较高的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可能是大家现在来的人都有享受过这个权益啊，比如说你们内容出现在视频流以及发现流，就叫做入流。然而呢，现在如果你们加入 MCN 的话，你们是可以优质内容直接入流，这是一个比较 nice 的地方。没关系吧？我们的资源倾斜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开始资源倾斜70%，估计我的封面马上会变成那个MCN机构，马上会变成，然后剩下30%是鲨鱼娘。然后全站，这是全站的量，全站可控的量是每天10亿，以及可控账号推荐涨粉是每天1300万。这是每日，还有些可以拍照看一下，就记一下，看我每天能不能达到这个数。后面就看不到了。主页可能感兴趣的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涨粉推荐。我这个不会高。他在你们平常可能不太关注，但是这些隐藏的，就是怎么说呢，默默发光的地方还是很多。个人主页的可能感兴趣的人，如果是你们家人个人的话，我们会优先推荐。新用户注册的时候有一个推荐，可能大家在最早比较年轻的时候吧，看到过这个页面，现在可能看不到，但是新的用户是绝对可以看到的。哎，话说鸡皇没来哈，找推荐也是优先推荐 MCN 下的优质账号，一定要记住，是优质账号，并不是所有账号。热门微博，我们流利随机看到大家的，我要凑合近才看到，我想就全站量不带的，这个视频播放后推荐，这和刚才的那个 MCN 的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哇，纯金铸造的，运营量特别沉，就是拿回去就是比如说微博一个100分来化的量，95%是我们不控制的量，
我们只运营的量只占5%，封面没有换过，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所有的东西里其实只是5%，我们微博不做强制性的去引导用户，就是说刚才我讲的那些70%呀、倾斜于 MCN 其实只是全站总量的5%的，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就说了那么多其实只是5%，但是那些你们可以看，但是那些你们可以看，你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数据也是非常庞大了。我们2018年的策略方向垂直化，就是现在我们的 MCN 要做就是垂直，然后视频化，我们把 MCN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球，就是说今年大家希望所有的博主来到这里的和现在收看直播的人都是可以加入 MCN 来再进入到我们，我发现我才给你换封面只有鲨鱼鸟，然后 MCN 可以有专门的认证字段，还有旗下成员模块，封面变成了一个微笑的 MVP。 优先什么呢？你这样的话会给别人一种错觉，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一般我们推荐新功能都会匹配相应的涨粉，然后人家涨粉量啊、这个、以及推荐位啊、这个封面其实会迫不及待的点击了，就相当于你拿到一个永久的内测激活码，就说这个封面还有就是背后代表的意义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年终的一些超级红人节、理想的峰会在做的一些大 V 应该都有参加过，就点进来了。今天的演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加入 MCN， 希望大家能加入 MCN， 加入 MCN， 加入微博，谢谢，谢谢韩主编。那下一个，把很多资源摆到现场来跟我们，也告诉我，啊、包括微博的网，然后之后大家交流。刚才，大家跟能带来关于。这位合作伙伴的演讲，有请。那个过来时候紧张啊，因为那个咖都在的情况下，还觉得哎，我在台上还觉得很紧张。但是过来一看，发现好像大人对吧，熟人比较多。回家，现在刚才韩林做了一个非常PPT，那我。没有做 PPT， 因为上次这个联合会的时候呢，其实是讲了一个非常长的 PPT。今天与其用，因为我的头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家。当然，用今天的原因，其实我们家所有的星空呢是。也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公司，随着整个网红市场的，我两个字来形容它，我叫妖异诡异变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衰大，在调整。那么我们经历过像组建之初的被很多网红小伙伴认为你们是不是骗子公司，是不是？我们也经历过跟各家厂商提要投，是不是？我们也经历过跟各家厂商提要投放要预算的时候，他说哎呀，那看我们心情，我可能拿一下。就是过整个行业靠情绪。那么对于一个行业来说，或者说一家机构来说，行业和情绪来引导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迷茫，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么我们终于在现在迎来了一个行业整体爆发的年代。那么截止2017年的11月旗下，对，那么旗下网红视频的播放量正式5亿，我们也成为了视频类 MCN 机构 TOP50 中的一员啊。当然我具体去看了一下数据，我们距离 TOP30 应该是只差200万啊。那这个 TOP50 和 TOP30 呢，指的是全领域，除了游戏之外，它还包含了时事、娱乐、生活等等这种巨量品类。有这些成绩的同时呢，当然其实过程也是异常的艰辛的。那么借用我们家小伙伴的两个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需要星空在过去的整个时间段内应该说是一家非常折腾的公司。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团队都很年轻，然后呢他们有大量的想法，同时对于一个新兴领域新兴行业来说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完善的公允的这种标准化的孵化方式和指标，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尝试。那么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挫折，有对的有错的啊。当然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坚持支持聚耀星空，跟着聚耀星空一起折腾的网红小伙伴们，谢谢大家。折腾没白折腾啊，我还是来说折腾没白折腾。那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其实是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大量的分析经验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得到了很多方法性的东西，比如说很多运营指标，那么它所代表的这个网红目前的状况，这个网红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样的局面，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的那种东西。尤其是在新浪微博 MCN 后台上线之后，我们在早期做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的时候，大部分是通过人力来完成的，一个是数据的准确性不够，再一个是数据的专业性不够。那么 MCN 上台这个后台上线之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后台直接获取了大量核心优质关键性的数据，以及系统直接给出的一些数据分析。那么我觉得我一直跟我的市场部的小伙伴举例，我说这个就相当于是在医院你去验个血，你看看你的血项大体哪项高哪项低，那么根据这个哪项高哪项低，那么根据这个来去对症下药。那么聚耀星空在整个的网红孵化当中会追踪三种行为啊，我们叫就是平台做什么，我们对你做了什么，网红自己对自己做了什么。那其实这个就是记录了三种行为，平台行为、 MCN 机构行为和网红自己的行为。那么在同一个时间轴的基础上，那我们对比后台数据，我们就能看出三种行为综合所产生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说白了就是有点像医院的试药一样，我们当看到这种药剂对应的是这样的血项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同时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和分析积累来逐渐得出一条相对合理的孵化方式和白色羽绒服的那个。那么聚耀星空它的主要思路其实是以工业化流水线化网红孵化为目标的。那我们现在目前的网红签约到运营孵化商业化等等这条路，那我们会经历大量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比如我们在签约之前会做大量的数据的调研、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分析以及基础信息收集之后，然后我们会进行过会，过会之后我们还会对所有我们签约的网红做详细的公司画像、市场分析、竞品分析，然后通过我们的分析和数据来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方向引导。那么方向引导有了之后，我们再通过平台的数据分析、资源分析、资源配置、标签等等方式来最优化我们的资源配置，把对的资源给到对的网红。这个也是我们在最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积累的最大的一部分经验，也是我们认为聚耀星空最大的一块财富。就是并不是每一个资源都适合每一个网红，同时并不是每一个资源都适合每一个阶段的网红。同样，这个资源在不同时段，它所适应的网红也是不同的。我觉得可能同一个也是不同的。我觉得可能同一个资源，同样的资源量，上给同一个网红产生的效果也是绝对不同的。排这个座位的，那么这等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套相对科学的资源分配的体制和机制上。那么我认为，聚耀星空所积累的所有的方法论也好，综合分析也好，那么只为一个目标，就是未来的网红服务的一个标准化，生产线流水化。一整个宇宙换一颗大豆的那种，我们认为那种爱好者。现在我们所在做的分析也好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也好，其实它一个操控台上的指示灯一样。哎呀，某个指示灯亮，对网进行相应的，在整只有一个，我们绝对任何系统化，真的真爱。创意类，在创意，不然的话想绝对不是靠做分析，我们只做研究，也是这样，我们不去做任何，一定要做什么内容，一定能火，这个
如果我能做这个业务的话，那我一定开一条业务线叫做咨询业务，是吧？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是后台分析和数据的反馈。所有的创意及内容的尝试这一部分是由网红自己来完成的。那么网红在做完自己的内容之后，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告诉这个网红，你做的这个内容目前在市场的反馈是什么样的，谁说是 YJJ 的人，那么在平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那么数据是什么样的，粉丝的反馈是什么样的，那么你的同类竞品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从而给网红在做创意的时候提供一个引导。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认为是最纯粹的，也是绝对应该专属于所有网红的。那么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其实很多东西就是 MCN 机构在做的很多东西，如果有网红自己来做的话，反而会束缚网红的很多创意，比如说过多的考虑数据，过多的考虑反馈，过多的考虑竞品，那么实际上会把很多网红的一个创意和天赋的商业化的环境，就是那个衣服吧，所做的事情来完成这些东西，我们来学的好，我要专心做好自己的。太神了。那么我认为这也是没有不管现在也好还是未来也好，网红与 MCN 机构的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六六在聊 miss 吗？不会吧。虽然刚才讲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其实对于整个网红的孵化的商业化和流水线化的话呢，但是包括就孵化的工业化模式，目前我们也依然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初级的阶段，处于一个积累的阶段。那么在之后的这段时间呢，也需要那个包括平台啊，包括这个各位网红朋友对我们不停的不断的支持啊，来给我们提供更多更多的经验。基本上讲的就这么多，谢谢大家。谢谢李总。好，谢谢李总的这个精彩演讲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还来了这样一个团队，应该是一群女英雄吧，他们可能来自这个德玛西亚，然后也可能来自班德尔城，当然也有一群是来自这个王者峡谷。今天呢，他们在这里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峡谷之争。那让我们有请吧。boss 小姐姐要来。峡谷之争，那让我们有请吧。boss 小姐姐要来。那让我们有请吧。boss 小姐姐要来了。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我建议滑着走。接下来呢？是开枪吗？我超爱开枪的。你还是金克斯啊？阿瓦罗萨指引着我，我会带你走向胜利。还可以啊，还可以啊，可以啊。完美的开始。不会喜欢这个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的装扮都很不错，他们的装扮都很不错，但是上面的舞蹈有点看不懂。为我指路，也要敌人。是。总是要出力量。不过，那轮到你出手。
希望会断绝恐惧，正如太阳会终结暗影。绝对不要看眼睛灵，绝对不要看眼睛灵。还要再来几发吗？你好像已经看不行了。哦，我是怎么觉得台词有点怪？我没在听。
幸福。我觉得金克斯长得还比较大。突破了那个次元，有一种阴阳。策划是斗鱼的过分了，如果策划是斗鱼会最后叫你给这几个最高一个写田老师啊，你们觉不觉得就这个女孩子，你说让二发来秒杀他们，二发也让大家拍个照好吗？摆平台，我们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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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按那个最后的定格，按最后的 ending 这样来，是不是这么唱的？一直卡吧？哎，我这边看还行啊，你这边不卡吗？不卡。哎，好气哦！我这边偶尔会卡一下。我有电信的呀。那我要换电信吗？我跟你讲。我。好，谢谢各位。来，那个赵坤姐姐把你的道具带。哎呀，你帮我拿一下，我找一下东西。那对，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个抽奖环节，而且我们会有三轮抽奖，所以大家不要中途离场，然后拿好大家的名片，大家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那我们今天来先抽这个第一个奖，那让我们的韩林女士为我们大家抽奖了，好吗？买的话多少钱？来，麻烦我们的李小姐把我们的抽奖箱拿过来。妈的，真的吗？我觉得喂，三星也才上一个版本了，下一个版本应该都是名片，搅一搅，对，抽一个，抽一台，抽一台，感觉很清晰。对，上 ，Hello， 谁不来？运气好的话，我换一下。手机尾号6671的潘健，大宝来，我们两个可能就都会卡。哎呦，两个人就寂寞了。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来。大家好，我是潘健，非常感谢潘总监。李先生在吗？那我换一下。好，然后那李小姐把我的奖品拿上来，应该是我换到电视哦。好 ，OK， 来，直接颁奖。那切换一下哦。好的，好，谢谢二位，稍事休息，谢谢。我现在又不卡了，不讲了，所以大家要不然这样嘛，不要走开。等卡了，我们下次卡我们就。那么接下来卡了，不讲了，所以大家要不然这样嘛，不要走开。等卡了，我们下次卡我们就。那么接下来等卡了，我们下次卡我们就。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比较有趣了。下次卡。在过去的一年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机构都创造了自己不俗的成绩，也培养了很多就是要人气有人气，要深度有深度的这个微博大 V， 可谓是一代网红摇篮一样的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请出几位代表来为大家谈一谈是如何打造这个游戏红人以及这个微博生态链。来，让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很多位上来为我们大家聊一下。
已经卡了、好吧，换了。好，有请各位，我们麻烦演一下各位吧。换吧，记得刷新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观客，大家好，刷新一下。新浪微博族群策略负责人杨光，刷新一下已经好了。好，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现在是他们上去讲新浪游戏事业部主编韩林，请坐。乔老板还在那打招呼着，来，我们来看西瓜太郎。非常感谢几位，那个我是200斤的西瓜太郎，大家都认识了。两米高，200厘米，200斤。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何打造游戏红人的微博生态链。叫什么？叫什么来着？叫是红人。子穿好，为什么要强调红人的概念呢？红人不是一般的博主，女神，她也不是天天凑热闹的欢乐多啊，怎么着？是忘了她的那怎么说了？知名游戏的博主 UP 主都能成为红人了吗？西装看着像不像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播平台是一个我希望这次直播之后，乔老板把那个广告费结一下，是吗？按每分钟大概10000人民币整来计算吧。只有在微博，他在你的每一个微博每满100分钟就打个9.9折。超级话题里面去签到，我觉得这个欠我太多广告费。我们认为的一个红人的标准。所以呢，我们我跟你讲，跟你说，刚才我换卡去了，你们没听到。但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上面有一个人叫什么什么创始人黄翔，但是我看这几个人的长相，没有一个是黄翔啊，不知道谁是，可能这个名字就比较常见吧。经典文化，我们在整个这个圈子里，我们应该算是一个小朋友吧，跟各位那个大佬比。那我们其实也是今年年初开始发展，可能西瓜太郎会送我们，就是找他要广告费，他会给我1000把傲风电竞号的矩阵，说卖的就是全是你的了。绝地求生，包括守望先锋，我们真的有个人叫黄翔，那现在也是做到每天这个人我认识，这个是徐老师，每天的这个阅读量已经是2000万以上，然后我们实时的播放量做到了800万以上。我只认识两个，旁边就我认识，把麦克给一下，谢谢。大家好，把那个弹幕说什么黄翔可能在椅子下面的是大腿工作室的创始人，我们是一家游戏的 FCN， 然后可能比较大家知道的节目是主播真玩是大腿秀这种的，没有女神篇吗？不提女神篇。我们今年做年底统计的时候差不多刚好到20亿 PV 吧，然后也是承蒙各位主播介绍，其实我觉得微博这个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个人 IP 吧。20亿，然后是20亿，在最早的时候，2015年就罗叔叔都早就达到主播这个赛道，因为主播是个人 IP 凝聚量最大的一个节点，而且根据全网的直播平台，包括海外直播平台，游戏主播应该是未来粘性、曝光量和观看直播停留时长最高的一类人群。那在座的游戏主播都是身家不少。希望未来能够多多合作，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是大腿和主播真好玩。不提女生片取关。那个我是那个上海中皇，然后提起来中皇可能知道人不多，那提到瓶子是我们公司的，也在台下。对，他是那个王者荣耀的啊，果然认识瓶子的人比较多，谢谢瓶子，然后我们是做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其实我们是被推着走向 MCN 的道路的，因为我们是很多腾讯游戏的策略供应商，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款游戏，每款游戏有很多个栏目，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栏目和这些游戏全都做了微博的这个这些账号。那么我们现在的每周的浏览量应该在2000多万，然后粉丝总的数量在200万，然后我们刚才说有61个金杯对吧，那我们现在有4个，那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多一点。对，好，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教信工李纯，广告刚才做的挺多了，我就不再单独介绍自己了，留给后面方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客栈直播的小王啊，我是一个做游戏视频的小聪明，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那个微博族群策略的阳光。其实可以借这个机会简单介绍一下微博策略，我们是一个策略方，简单来说是如果说垂直业务方是服务于各位大 V 以及普通的网友的，那我们其实策略方是服务于各个垂直业务方的，我们通过一定的策略以及一定的这种资源的扶持来扶持大 V， 所以说从策略方和
垂直方来说，我们的目标都是服务于各位大 V 和各位的普通网友，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其实刚才那个说到成绩，我觉得刚才那杨总和韩立都已经介绍过了。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我们后台的数据，尤其是下半年游戏领域的这个数据，其实可以说相当喜人。每一周我觉得都能给我带来一个新的惊喜，尤其下半年的这个增速非常非常快。因为 S7 也可能因为 S7 这个赛事的这个带动，所以游戏的这个数据增长非常快。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谢谢那个。那你说斗鱼不要脸，强行把冯静默跟陈一发排在一起，互相蹭粉。然后现在呢，我现在想问一下，节奏带大了是吧？把它封一下。因为在自媒体浪潮中，数以千计的自媒体人都被浪拍死了。然后你们是怎么存活到现在，而且并且现在越做越好？主持人在问各位，他说你们是怎么存活到现在的？所以我现在所以乔老板会说我是靠傲风电竞赢吗？乔老板不是靠融资吗？微博最大的作用是陪伴嘛。我认为这是跟微博总体的红人大 V 战略是有关的，包括微博一直办 V 影响力分会，它一直承办的是个人 IP 的概念，它和其他渠道平台最大的特点就是来做大 V 的概念。像我们工作室的主体账号叫起条点师大腿，不是叫师大腿工作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就像大家熟知的暴走大事件，它的账号发布者是王尼玛，而不是暴走账号。我认为看准这一点，你在微博上会有很大的成绩。包括微博的倾向性和观众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是个点。包括我觉得徐老师也一直做得很好。石老师，大概不会是说石工吧？好，非常感谢。那徐大王，你有什么特殊的建议？谈不上特殊的建议吧，我就觉得其实，不管说作为网红也好啊，还是说作为做任各行各业也好的话，只要是你需要你有粉丝，你需要跟人去接触的话，我觉得微博对你的意义都很大。我觉得两点啊，第一点是呢，就是说有一个可以跟粉丝交流的一个平台，就是你能知道你的粉丝想要什么，他们在想什么，就甚至你能知道自己哪做的不对，哪做不好，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微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宣传平台，因为像以前来讲的话，就是以往的互联网不太发达的时候嘛，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明星，然后或者小歌手啊什么什么，很快就过气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宣传渠道只能局限在。很多小明星小歌手很快就过时了，没有什么媒体给他曝光，他自己又没有作品，是不是今天我耳朵没有电影啊，没有新歌啊去发表的话，很快就能被人遗忘了。但有微博不一样，有微博的话就是你的粉丝关注了你，就哪怕你每天在微博上发一些什么逗猫遛狗的日常啊什么，起码大家能看到你，不会很快把你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微博对于只要是跟人去接触的就是红人也好或者机构也好的话，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就我觉得这是意义所在，就是让你的红人活在大家心中长长久久。对对对，不会被人长活在人心中。好，那现在就是还有我们还请来了巨耀和宗皇。刚才巨耀已经说了很多，那我们先请宗皇来形容一下呗。谢谢中景珠宝的两个飞机。其实因为宗皇呢，就是也是一个商业机构嘛，所以我就直接说起来，用我们的这个文化的逻辑来解读一下我们对微博的事儿怎么看。一般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谈到，就直接一点，就是利益的问题。中年了，利益分成三种：钱、人脉、专业度。那以我们的商业观察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个行业所有的订单都会先提到微博。所以根据微博去报价，根据微博去进行这种商业的收入，所以我们要捧红一个人。我们考虑他的商业收入，肯定会在微博这块会在商业上面对他有考虑。然后在人脉考虑，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社交媒体，但是社交媒体你怎么样一对多的发生率？刚才徐老师说的，我能不能一对多的去影响这些人，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不够长啊。那这个人脉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们的员工在做微博的时候都是比较开心的，他觉得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资产，他们做的也很好，这是对人脉的一个自信。那我觉得说到专业化的话，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宗皇的想法是说，在微博上我肯定是投重注的，其他的我可能会去尝试，因为这是最稳定的一个平台，而且它是一个那个傲静电风仪最能代表整个行业认知的。傲静电风仪。所以从这三点的考量来说的话，我们计算的话，我觉得微博还是挺重要的。记得把广告费结一下就可以了。很大的帮助。好，非常谢谢，吉奥老板。
需要老板。那个微博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感入感官的第一个是，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平台。它不像其他平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一些，那微博是非常友好的，会接入大量的这种其他平台和其他应用的。再一个呢，就是在微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积累的用户是自己的。给你们看一下那边哈，这个是很多平台做不到的。那边就是一个网红，你在微博上去活跃去发展，那么你所积累的这些流量、粉丝都是。Miss 穿的很。那么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微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池，那么可以与微博相提并论的这种同体量的用户池基本上没有。再一个就是微博的传播特点是点对多的一个传播特点，它是完全符合一个网红的需求的。那我们也知道其他有些大平台，比如说像腾讯啊等等的这种，那么他们其实更多的是专注于一个点对腾讯啊等等的这种，那么他们其实更多的是专注于一个点对点的传播的模式，或者是小群体小圈层的一个传播，那么它和微博的传播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么对于一个网红如果在微博上去进行成长的话，它其实它不管是平台逻辑还是它逻辑是不合的。微博它是一个泛用户平台，因为我是做游戏行业出身嘛，我做了很多年的游戏，然后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抓取泛用户的问题，垂类用户已经被洗过无数数次了，对吧？还是咱们刚才说的乐的机构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赚钱，这个行业还是要赚钱的。那么赚钱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赚有价值。那么当一个渠道、一个平台，它的垂类用户已经被大量洗过，你比如像我这样，我可能玩了十几年的游戏，你现在给我推一款新游戏，我非常挑剔的。那么我就肯定不是这些客户的目标。对了，一会儿领了奖之后，那个还会自动给我发一条微博。所有的客户都在意的是我如何把泛用户圈进来。我的奖啦！那么微博是一个非常好的泛用户平台。就是我们官方会给我发一个微博，是原来是在某一个垂类的这种平台去发展的，就很体贴。那么它在垂类平台，怕我们忘记缓慢、稳定、稳健的成长。大家到时候去点个赞，能够肯定的是它的用户粘性非常好，夸一夸，但是很难出爆款，爆不起来。那么当这些网红转移到微博平台之后，把它的内容轻量化。还有另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在意的点，叫做内容适应性的问题。其实微博的这个如果你的内容非常可以看上去轻灿灿、沉甸甸，不管你的内容好不好，我们叫适应性不强。适应性很强的，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小同事去解释，就是我老婆能看得懂啊。我老婆不是这个行业，玩游戏，她能看得懂。我认为这就叫一个轻量化、适应性很强的内容。那么她就具备了在微博爆起来的可能，圈到这些泛用户的可能。当一个大 V 成长起来、爆发起来，他有大量的泛用户的时候，那么他的广告价值是极高的。是亲一口。好，基本就这些。国师是怎么回事？像关总呀，我旁边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想，哎，为什么没有提问您？因为我是想让您把您自己的就是公司旗下一些账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说，我们的运营微博的意义。可是你们老说国师和技师，这两个师师就没看到啊，真的是说在新浪微博，我刚才有看到他们，现在看不到了。那我们现在头部的有两个账号，一个是王者荣耀君，还有一个绝地求生大逃杀。那这两个账号都是成长非常快的。哪里啊？那因为本身我们其实是在我左手边还是右手边？哦，我看到了，看到了。那我们的背景其实我们一直是做新媒体营销、做广告出身的。那其实我们在运营这个账号的过程中，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营销的一些手法。那其实这个就像刚才讲到的，是因为微博是一个特别开放和互动的平台，然后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最土的那种 at 三个好友这种事情，在任何别的平台都是做不了的。那所以我们就说，通过这样的一些运营的一些方法，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可以跳出自己的一些用户的圈层，包括一些跟其他的人的这种互动的方式，然后可以帮我们积累很多的这种粉丝，然后。包括我们最简单的微博的话题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对我们这种吸引新的粉丝、吸引新的流量都特别有用处。下半张脸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说，巨帅的，另外我们的流量工具，可能是包括说怕微博给我们一些扶持的一些工具，其实对于我们早期的一些流量的一些积累也有非常显著的一些作用。像我们基本是靠这样的话，在半年之内就成长的非常快。因为我也看到了数据，自从进入了我们的账号，有一个飞速的提升，也非常感谢您能接入我们。然后，也请微博族群的杨总跟我们去听了五位大佬之后，你看你有什么见解呢？我从那个平台方以及这个策略方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其实从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们大概前一阶段做了一个这种调查，以及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主要分析在中国一些主流的这个直播平台，那直播平台里面 top 的就是头部的这种主播，其实入驻新浪微博的大概能占个90%以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新浪微博的一个能够给大家提高这个高度地方在哪，但是呢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主播里边真正能够玩得好的其实并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那如果我们再用一个量化的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说能够达到精微的这样一些博主，其实比例上面还是有些欠缺的。那其实这个现象我觉得说明三个问题。我吃的是那个，第一就是整个的这个直播类的主播里面，其实我包括游戏博主在内的主播里面，其实他们需要在直播平台之外需要有一个与自己粉丝进行互动的一个机会和这个需求。第二呢，领奖大家都能够看到微博能够给大家带来，我跟你讲，领奖肯定是最后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领了就走了，是吧？真正能够玩的好，你如果把领奖放在最后的话，我们就一直做到结束，懂吗？就像抽奖一定要在最后一页，先抽了大家就散了。我们的工作的一个目的和我们的一个工作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玩好微博，用好微博，有更多的中部的这个微跃升为头部的微，头部的微用这个玩微博玩得更好。那其实刚才韩明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到，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让大 V 成长不断成长的一个地方，无论是在曝光的成长还是在这种变现的成长，还是在一些其他方面的成长上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目的和所在。那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首先要有自己的这个把微博玩好，有了自己的固定的粉丝人群，其实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都是水到渠成。谢谢牛总的，谢谢火箭。刚才我在 PPT 也有讲过，其实我们在视频上有很多推荐的手段，然而呢在今年我们微博也主张大家做视频内容。那么可以看出视频内容对于红人微博有很大的就是作用。那么请大家来就是根据自己的观点来看一下，红人运营视频它的所在点在哪里？是什么呀？那我谢谢。对我们来说，我们谢谢所有的超级火箭特别重视的。然后我们的其实视频的制作人员还都是什么英国、韩国专门学这种后期的这些人。然后我们其实开始做这个账号的时候，我们的视频还是这种周更的节目。谢谢大家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把它变成了日更的节目。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视频它的这种对粉丝用户的粘性非常好，而且它当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浏览习惯之后，你们来他会不断的会去看会去下。不要这么。然后第二点呢是说视频它其实具有一个拉流量的一个，大家其实可以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他会那它其实帮你提到一个内容，而传播准备本身视频做好，它内容做好，它可以为你带来很多免费的。谢谢的小姐姐应该是有很多话要说。还好。你还有这种啊？谢谢会跳舞的黑牛的超级火箭。其实是一些应届毕业生。哎，这老师。在客厅里面。是直播间谁有发的吗？然后平时可能上的比较多吧。然后接受的时候他已经。比较关注大家考虑的效果。其实，在内部的时候。哎呀，谢谢牛总。我是不太重视特别。重视后期的，比较重视前期的一个。看来就是我们更加考虑到的是还是素材，还是如果比如说把做视频题目那边的餐厅的话，我们这边我们基本更加注重的是肉质，其实和厨艺啊，可能太往后面的角度去发展，所以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没有那么的高大上或者精致这样的一个点，但是总体来说效果是很好的，因为看我们的视频。肯定会笑，不会太尴尬的那种阶段，所以我认为，对视频的质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你们刚才听见了吗？这个 team 比较缺乏的可能乔点说他的视频，大家看了一定会笑，不会太尴尬，对吗？在座的其他，我觉得他对他的视频专注在视频的，有可能有一些误解。视频的笑点这个角度，也是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继续学习。好，那中华这边呢？我觉得您这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司了，肯定是视频团队是最大的。老板太自信了。是我们是一个小公司，也一年比较小，然后也都是大家帮忙吧。然后那个我们想说的就是以自己来说吧，就是我其实还挺好的，麦克杰森也好，麦克乔丹也好，入粉的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视频，因为有一点
就是视频才是在外面随便喷，他又不知道文字不带图片，那图片它是静态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是要做一个人出来，那视频好像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我大概想一下，我从小到大特别喜欢的人也好，特别崇拜的人也好，就很难从图文里面是出来的，除非他的思想境界达到一个高度。那既然我们要做一个人，它是一个很短时间之内要做出来的事情，那我觉得视频是必须要选，因为视频才能让一个人表现出自己的样子，让别人喜欢你。对，我觉得这个在光靠片除了美女之外啊，那美女是可以，但我们做的是游戏类，所以我觉得视频是必须的。因为他们都在装逼，所以是这样，活灵活现在你瘦了。就是他本人出现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很重要。因为现在之所以会在各种网络媒体去粉人，他是建立共鸣值。那如果你还没有出现的话，我跟你的共鸣值肯定是片面的，或者说是困难的。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尝试这种视频的方式，它其实是最接近于人跟人间面面沟通，它缩短了距离，也快快融了。好，谢谢。据我就签约了几千个就是自媒体账号。对，我觉得这个话语权还是非常您来。我觉得其实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是连那个劲儿来说，这个在前期的啊，这是记得在我们就要自己的一个能会的时候，尤其就是只有前期的脚本和创意才是你的门槛，后期制作绝对是门槛。你后期制作不可能超过一电影大片 CG， 能得有人巨资金投入的，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花钱清扫的东西，只有创意是不可以。另外，咱们的视频是放的，就是往视频里面进的。单位助理一个是上助理，他需要的东西画面是什么？大家之后的再说。谢谢，徐大王。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可能跟在座的所有人都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个人化的一个小团队，我们的公司，其实谈不上公司，就是我们团队一共就是十来个人，而且做的所有的视频基本都是以我为主的，就是我就是我们公司的台面，然后大家是我的后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呢是就是做视频出身的，我是因为先做了视频，然后视频火了之后呢，然后才开通了微博，然后微博才慢慢的积累了粉丝，我是这样一个过程，可能跟大家正好是反过来的，大家可能是现在就是说要怎么要通过去视频去吸粉啊或怎么样，我是靠着视频，我是做视频的，因为本人做视频。那我说一下吧，我倒没有觉得就是说就是说作为优质内容来讲的话，就一定是视频才是优质内容。我觉得所谓的优质内容呢，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博主。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美女博主，你每天发自拍，这就是你的优质内容，大家喜欢看。就是每个我就认为哈，每个账号它的优质内容就是要符合粉丝对它的认知的。就打个比方说，我曾经关注过一个就是说脱口秀的一个人在那个网上看到的，然后我觉得哎呦这个人就很有意思，口才很好，很有趣，我就搜他的微博关注了他，然后发现他每天发什么金刚经、大悲咒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什么鬼，美女博主，然后关注两天我就取关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发的就是所谓的优质内容，就要符合你这个，只要你符合你自己的粉丝对你的认知，我觉得就 OK 了。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并不一定台上在讲什么，我一定要做视频还是只是在玩手机？我的观点是这样。好的，非常感谢。看微博族群的杨总，您可以来总结一下，我们其实微博在2017年对视频这个政策。是这样，就是我来说一下这个。其实短视频是这样，就是这两年一直是短视频，尤其是优质类短视频的一个风口。那无论是一批这种优质的短视频内容的涌现，以及一批这个依靠短视频创业的这个团队的涌现，包括一批能够容纳和这个承载短视频的一些这个产品的涌现，其实我觉得都是短视频的一个机会。那毫无疑问，短视频是近期互联网的一个趋势，或者说是一个风向标。那毫无疑问，大家在做事儿的时候一定是按照这个趋势去做的，你沿着这个趋势来做，顺势而为其实更容易成功，或者说是事半功倍的。我觉得短视频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说但是我觉得还是从两方面来说，就是说一个是从视频这个媒体属性来说，刚才几位大佬都已经提到了，视频有着与传统的图文
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有着一些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一些属性。那这些属性其实从媒体的属性可以转化成为一种传播的这种优势，那个，而且这两种优势有可能进行相互的叠加和相互的加持，哦，是哦，告白应该坐在这边，有利于这种内容的一种传播。这里看过去，那么从我们站方来说，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视频内容传播的一些政策。看错了，刚才韩林在这个做演讲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系列像这种基于 MCN 的这种政策，其实都是在视频的基础之上去做扶持的。这个同学发现自己被错认为告白，短视频内容做的笑了起来，那可能有些好处，有些权益你就得不到。那其实，谢谢极光的火箭，来说，我们扶持，哎，通过扶持内容来扶持人，通过扶持视频来扶持内容，这是我们的做社的一个逻辑，也是这两年应该，我觉得未来一两年之内不会变的一个政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嗯，好，谢谢阳光。刚才我们讲了如何告白成为史上被认错最多的事情的重要性，那我现在要求大家来给我掏干货了。是怎么打造红人？而且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每家都有一个当家花旦，你要至少说一点是你们的红人是怎么红的？这边其实我们不是红人体系，我们其实是这种以视频内容传播为主。不管做什么，还是要走正规渠道。好的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说，就是不能私下转账，要走正规渠道。那如果说我把在座的各位学友拉一个群，是吗？然后就火箭入群的话，这也感觉很奇怪。跟颜值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家花旦是真一嘛，大家看过师大选秀的就知道，我觉得就是好看嘛，没有什么其他的道理，感觉没有什么技巧啊。那我见过真一，很漂亮，就这样，包括 miss 啊题目啊，花姐啊，女流啊，不都是这样的嘛，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啊，就。我抓到了一点，就是努力，要坚持。我不是当家花旦，我又不是他家的。我不是学亏，到我们的那个啊，不是长歌吗？哦，长歌运气挺好的公司。长歌在哪里？然后我们的运气好呢，就是首先没有瓶子，对吧？我们选了瓶子，然后瓶子也选了我们。然后瓶子是谁啊？这个同时呢，其实这个时间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时间是王者荣耀包括 KPL， 他那个官方的曝光量，反正在上上个月吧，他说是有28亿多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他的排班的话，他自己已经曝光了那个做六亿多次，做那个7亿多次，对。那这个流量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在那边，当然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事情，就是第一，我们从战略上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就是在他的团队里面，我们优先重视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是视频，你必须要自己做一些内容出来，让你的粉丝有东西可以看，在非这个比赛时间有可以看。另外的话，我们搭配的团队里面，微博团队是优先的，而且他的团队也整个非常努力的做这件事情。包括他专门的人去想他的人设，然后去组织他的团队去发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一条一条去回复。我觉得总结来说的话，在运气的成分上，就是你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随着大势去选，然后如果很幸运有一个很勤奋的团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一定要就把这个事情从战略重点上就定下来，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做成的几率就不大。如果只是随便做一做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随便做就能成功的人。还有叫我去男同学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想法。宗皇告诉我们三点：首先运气，其次选对人，第三一定要重视。好，那既要话说现在国师在现场，有点像神棍啊。那他是不是没有办法挂在？其实现在对于我觉得，大概20个直播间呢。如果说他在现场，这三点还能同时挂在时间段要对。就20-30个直播间的话，说明他真的是一个团队。能成为这么样大咖，那其实他有很多的天时因素在里面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再杀入进王者荣耀这个领域的话，那你想成长为这样的大咖是非常难的。那么，20个手机，臂力，你选择的平台不对，你选错了平台，可能一辈子都发展不起来，因为你的属性和用户属性是不匹配的，你怎么抓得住呢？人和一个人要网红要起来，不可能是靠自己的，或者靠自己菜鸟，你需要大量的其他的红人、朋友、机构等等的来帮你去推你。那么天时地利人和是三个最基本的。那么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现在聚耀星空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通过分析来得出一套相对来说比较稳确的路径的指引，
我们通过人为的因素，通过这种系统化的因素来逐渐降低天时地利人和所占的比重。他们三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希望未来的网红的成长是可以越来越多的把他们的权重降低，越来越多的依靠于机构能够完成。那么这样的话也避免就是网红靠天等着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非常感谢。那徐大王快来说一下你是怎么成为徐大王的。这样我觉得我掏点干货说一说吧，因为我觉得我接下来可能要说的这个建议，对于很多做视频的博主来说，这条建议可能值100万。大家快拿本记下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做视频，我很早就开始做了，我是2011年开始做视频，大概我可能是到2014年、2015年左右的时候，才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才有人记住我，就是我才成为一个所谓的红人。但是在此之前，我的视频的点赞加起来已经有几亿了，就是每一期视频，我是周更的嘛，每一期视频都是有全网都有个几百万点赞，但是没有人记住我是谁，没有人知道这视频谁做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这建议就是说，对所有做视频的博主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视频里面一定要有个人化的元素，哪怕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粉丝不接受，也觉得这东西挺傻，包括像我做的视频以前只是配音的，里面没有我真人出现的，后来我硬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了，大家一开始都骂我，都觉得这个好傻，为什么加这个东西进来？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说这个是有用的，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会记住你。而如果你只是做视频的话，可能从粉丝的角度来讲，从你们自己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们看一个视频，假如说一个王者荣耀的集锦，或者一个吃鸡的集锦，或者随便什么集锦，英雄联盟的集锦，你看完之后，你不会记住这个视频是谁做的，你只会记住说啊这个英雄好厉害，哇这个操作好秀，哇这个游戏好好玩。但是能有谁会去想说这个视频是谁做的？我要去关注这个视频作者的微博，我要去怎么怎么。其实罗叔说的个人，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的视频肯定要个人化，他的个人化，你要告诉这个视频是谁做的，你用配音也好，用真人出现也好，三字蓝、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要让别人记住这个视频是谁做的，而不是说单纯的去游戏为基础去单去做游戏啊，很有特色的，反正基本上就是。谢谢阿姨，我不知道我解释的通俗吗？非常到位，谢谢。那个关总还有补充吗？首先，那个徐大王的100万的礼物我都藏起来收好了啊。那个我们因为刚才讲了，其实我们也是偏视频集锦类的，那其实我们有考虑后面是要加入一些人设的东西进去。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视频集锦呢，我们其实也跟很多的 UGC 包括主播和电竞的咖去做一些这种内容的一些合作。那我补充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你的人设很重要啊，因为假设说我们现在要想再做一个女主播的话，那可能最美的都被当红的这些都占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做最笨的或者是最丑的？我只是开个玩笑啊，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人设去跟别人不一样，那这个可能是后面我们会去发展的一个方向。好，谢谢。那这轮我其实可以不用问阳光了，因为在这个如何打造红人的时候，还是这五位大佬比较有。那我再问那个杨总下一个问题，上面说杨总老师出席，我们微博这块变现是怎么来做的？这好像是三月吧。其实说到变现，我可以安利一下，其实在大概前天我们在峰会主论坛上面，李庄总说的一个概念就是 WEP 的这种模式。其实我们 WEP 模式是一套比较成熟的这个，去帮助大家运营微博以及帮助大家去做粉丝营销的一套体系，它是有一套完比较成熟的这种，人马，而且是已经有成功的案例的这种一套玩法。具体来说呢，这个 WEP 模式包括了像我们说不定真的是杨总吗？对这个网红制定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粉丝的营销，包括长期的哇，杨总为了这个微博长期的规划，包括一系列数据的搜集和一系列这种数据的一些分析，包括整个年龄感觉很符合整个微博上面的内容的稍微瘦了一点这个打造，我觉得这是一整套的一个体系。那我们希望把这套体系杨总怎么可能这么正经移植到在游戏领域做一个移植。其实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已经在与相关的大 V 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接洽，我希望这个能够有一批大 V 或者一批红人能够加入到 WEP 的这样一个服务当中。我相信如果 WEP 如果能够规模化的接入进去，你们的无论收入还是变现也好，还是这种曝光也好，都是成规模增长的。其实这也是我和我们的这个游戏业务方的同事一块儿希望的达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其实说到底
其实大家都应该还是回到原来最早的那个问题，首先要玩好自己，然后做好自己一个固定的这个粉丝群，做得越大越好，然后其他的粉丝变现什么的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且都是一个你的起点越高，那可能你最后的获得的结果就会越好。好，非常感谢。其实我们所有红人最终的目标还是想要变现。好，我不知道刚才那个徐大王的100万的礼物，还有关总的这个附加100万的礼物，大家有没有收到？那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干货就最后这个环节收就是诚意满满啊。除了那个起桥点的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我就先抛在一边。但是我非常就是。我非常认同其中那几点，首先一定要做好视频，视频其实是我们的大方向，然后最终我们的目标其实还是变现。那么非常感谢五位老板还有我们的微博族群的阳光。好了，感谢你来到我们的圆桌论坛，看西瓜太郎他要下去了，献计献策。那我们的圆桌论坛讲完了，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失眠的飞机，然后请主持人上来接麦。好，谢谢，辛苦各位。来，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沙发稍微移一下，我一个人可能是用不了这么多了。谢谢各位，然后让确实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啊，然后也相信大家从中也是吸取了很多的经验。也相信就是各大机构能够在未来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以及更多优质的红人，还有更多优质的内容。好，辛苦各位。你们觉得好玩吗？谢谢。那在2017年的这个游戏圈吧，就是如果要说一个最红的词，那肯定当属是吃鸡了。那我相信《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其实在座应该是至少80%以上的人都有玩这款游戏。那尤其是这样的游戏，在 MOBA 游戏当道的这种大环境里面，就这款 FPS 游戏啊，给了玩家非常多的新鲜感，于是迅速的蹿红。那么作为红人，应该怎么吃鸡？怎么吃鸡能给自己呢带来更多的这种营销效应？那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这个演讲。那接下来就有请这个蜂群游戏的 CEO 吴正阳先生为我们大家来讲。游戏的 CEO 吴正阳先生为我们大家来讲一讲。不是蓝洞游戏，讲不是蓝洞游戏。来，有请吴总。我介绍这个蜂群正阳，正是郑州的正，阳是扬州的阳。就其实我小时候总是觉得他可能会给我名字去很多地方，是给我名字去很多地方，是只有科学养鸡。随着我长大才知道，原来只有科学养鸡。随着我长大才知道，原来这个人越没有什么越炫耀什么。然后后来我爸也给我坦白了，名字是他中国地图标的时候就有点尴尬吧，还会紧张。在那个讲话，你看着面对这个同学汇报一下是怎么去网吧，然后所以说我对这个游戏这一块的启蒙也是从这里开始。好吧，就开个玩笑，没有人笑也没关系，因为我也习惯了。开始我的这个演讲。这一次的演讲主题分三个部分，第二个是我对行业的分析，第三个蜂群如何在这个一个具体操作。第一个简单介绍，很多人可能会问啊，就一定会问的，就什么是蜂群集团。那我给大家说六个选。的一个独网红资源，自有资源就我们覆盖粉丝的是在三，然后经常会各大的前三的榜，然后可以轻做账号，月之内涨100万以上，每日平均有11亿微博的机构，这是我们蜂群在16年的时候就进入我们这个MCN 机构了，在微博这一块我们和顺畅，然后正是因为微博才给了我们这么快的一个机会。然后下面是我们一些头部的账号，
我们的简单说一下吧，就比如说留几首，前是极品、豆瓣说、贴吧君等等，然后我们每天的一个平均阅读量、浏览量是有一个6500万以上，然后头部账号的粉丝量也在1000万以上，然后我们整个公司可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就能够拿来代号的账号有200个以上，号的账号有200个以上，啊，然后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流量的扶持，互相转发，增加我们的曝光，然后这才是我们这个整个。我做布局游戏也是自己做的极品土豪，但后面的话随着公司的一个团队大，然后我也是进入了一个广场，然后后来的话这就是主力账号，就是由我去想一些方向，然后找一些运营来做，覆盖了微博的各个领域，每一个领域我们基本上都做，是我们组内的账号将近100个，这是一部分。有点印象。那可能很多人也会就是这样觉得吧，就包括他们会觉得说，拥有一个账号或者很大的头部账号的时候，他们就新的账号了。我是这个微在企业的成长，不断去跳出这个舒适区。不断不轻易满足，就是在账号和账号的联动去狼性扩张。第二个是我对整个行业的一个分歧。根据一个艾瑞研究院的数据，就在广电总局在2016年开始，每个月过审的游戏体量就有500个以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上游企业蓬勃发展，我们的新媒体供不应求。第二个是越来越多的泛娱乐游戏，就比如说游戏有了一去发展的空间，它有游戏市场了，它的需求的它进入一个就是面垂直更坚固，会低，会有一个小站一些，然后整个大的行业全也是丧失一些。然后我们新媒体有一个多样性，主播、玩家还有携手网红、素人都在微博这个上去做他们。影响力更，然后方式也是，我们就不再只是传统，是一些杂志、章啊、图文之类，我们有段子、视频、直播等等，趣味性更，玩家来通过体来获取资讯。我们这个新浪，2020年开始转向社交加游戏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全程以内容为核心，全程参与多样性。上面的一些点可以看到什么？就是我们新浪政策的一个大力的扶持，微博环境。这个泛娱乐这一块的高度契合，然后我们上游企业蓬勃发展，我们没有的话，他在上个红人节的一个红人榜里面也是拿到过一个第一名的，平均每一天拿到过一个第一名的，平均每一条视频阅读量都超过500万以上，然后也是经常会产出各种各样泛娱乐性的内容，包括一些鬼畜的。一些段子、图文的、攻略类的，就应有尽有，反正就满足微博这一些泛娱乐用户粉丝的需求吧。然后还有其他的，我们专业游戏主播的话，也签了有包括武生这样的一些主播，大家都应该都有所知道。然后我们做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到了今年2017年，其实我们2015年就有意识的在往游戏矩阵这一块去做，但是那个时候是 MCN， 然后就终于矩阵类
积累，然后也对视频类网红有一个运作经验，包括说自有马克啊，还有包括等等，发现一个不管是可能说的有点来吧，就是我们包括在座的有一些游戏主播，就是可能积累微博流量的时候，他们是来自于第三方的一个平台，就是没有说通过微博这个这么巨大的一个有这么多流量的平台去做他们自己的内容，更多的来自于第三方的一个人气的积累到微博上，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缺口。那微博这个环境之下，到底能不能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直播平台的名气，我们就通过微博我们去做一个我们自己的游戏主播呢，可不可以呢？于是我们就做了蛋蛋解说。蛋蛋解说是我们十一月份开始做的一个账号，之前的话就是发一些游戏的小视频，然后我们在十一月的时候就决定说把这个号推起来，然后这个做视频有了自己的一个视频形式吧，后面我会讲一下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个视频形式吧，后面我会讲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推这个网红的。它的数据是两次上了热搜，然后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在千万以上，然后总阅读量是有1亿以上，时间就是它的一些次，整个微博用户都是可以辨识度非常高的。那我们是如何在微博上去推一个游戏主播呢？这个就要说一下一些比较干货的点，一些比较干货的点，比较干货的点，就是我们都在运作网红包括游戏账号各种账号的情况之下，做任何一条内容，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你要这条内容要万转，要红，网感，但是网感它分为哪三块？一类是那种，一类是热点，第三是强势，然后我们整个武器的武器吧，是的话，我们的网恋变身加游戏主播，其实这些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其早期的一些视频红人，包括 Papi 酱可能用过一个变身，然后我们第二后面有一个换装。那艾克里里的话他可能是用过换装这个梗的，然后包括像一些渣男搞笑测试，你们都是可以从其他头部视频网红去发现的一些点。那我们的一个公式是什么？就是把这些主播全部拆开重剪，我们把他的一些优势的点拿出来套到我们这个要去发展的一个游戏 IP 这个人物 IP 上去做，去迎合，去做，去迎合，去迎合这些微当前微博最受欢迎的点，做一个新的人设，做一个新的人设，然后我们也是，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内容的可看性，它是一个循环的，是一个轮回的过程，就动群体，时间喜欢这个那，它总体的一个比较受欢迎，太多的一个。以上就是我小的，这个是大家可以提到的。好，谢谢。那还好，可以加我的。大家要去加，谢谢大家。不错，他扫二维码。好，吴总的演讲让我们大家受益匪浅啊，那可能需要一个稍微有一点时间来消化一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出一对美少女为我们带来一段美少女活力的表演。那有请王者荣耀 JBL 竞技少女战队陈诗琴和张真两位美少女为我们带来一段热辣的舞蹈。哇，热辣的舞蹈。我现在你终于要登上历史舞台了，我们来给你看看美少女哈。美少女，美少女来了，哇！
哇哇哇，腿很长。现在好，那接下来将为我们带来演出的这一位，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还有一个演出，如果用中国电子竞技第一人这个称呼来赞誉他，也是绝对不为过的。中国电子竞技第一人，大家都知道是谁了。那么接下来有请态度科技创始人 WCG 世界冠军 Sky 李晓峰为我们带来演讲。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英雄。中国电子竞技第一人 Sky 同学，这不是人皇吗？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微博的李晓峰李总微峰会的这个游戏峰会场，尤其是看到今天，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观众，压力很大呀。因为以前感觉电竞是一个小行业，这几年确实发展得很快，所以说给我的感触也特别的深刻。那我还是这个，虽然主持人刚刚简单介绍过，我也在继续的这个跟大家就是，因为可能更多朋友不了太了解我，我要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个经历。我其实是中国可以说是最早一批开始玩电竞的这个爱好者，从1998年开始有电子竞技游戏这个《星际争霸》，包括《魔之霸三》什么 CS 那个年代就开始玩游戏了，然后一直玩到了2005年、2006年，然后有幸这个获得了这个 WPT 的世界冠军。然后呢，后面一直把职业打到了，差不多2014年，就是开始到我开始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啊，创立态度这家公司，2014年退役，啊，然后来就是开始做电竞行业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就做这样一家硬件公司。我马律师开的一千。那说句实话，今天这个我以为我过来就是颁颁奖就行了，结果这个新浪微博也是说这个能不能上来讲点东西。然后我就在想，那作为一个这个前世界冠军，但是现这个怎么说呢，过气网红，包括什么以及这个三线创业公司的小 CEO 啊，那你说讲点什么呢？那考虑到就是说，电竞的发展给我带来的，包括在微博上这种加微的这种身份的认可，我觉得作为电竞行业的这个先行者。还是有责任这个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年电竞的一些发展和变化，以及包括游戏的发展变化，还有我的一些感悟。那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个像今天这个游戏峰会能有这么多人参加一样，现在微博上的游戏，像刚刚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大咖，还有包括这个好朋友，都这个讲过了，视频也好，游戏也好，这一年的发展也好，确实是我们从今年的这个 LPL 的 S7 的世界总决赛。包括我们这个王者荣耀的 KPL 的联赛，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 DOTA 的 TI7 的比赛，每一次这种大型游电竞赛事在微博上这个开始都能有这个数以亿计的这样的互动，还有包括一些内容的一些产出，所以看得出来现在电竞是一个大行业，不光是这些大的，还有包括最近像前段时间的什么毒奶色到底什么口红，包括这两天很火的什么绝地求生的一些各种事件。刚才有弹幕说什么？什么？说多了，不好意思。带节奏啊！确实是，因为猝不及防就开始带节奏。我相信现在应该还有人在手机刷着去看这些东西。确实是现在电竞行业变得越来越火，越来越热了。大家有在越来越关注这个跟电竞游戏相关的所有的东西。哎呀，那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来讲，我们真的是很感谢，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风口到来，因为这个现象是可能说是这个趋势是可能是个人力量难以阻挡的一种一种趋势。哪个那我想从有几个方面来说一下电竞这个行业的我的一些深刻的感触啊。第一张照片大概是我这边这个照片是我当时2006年的时候的意大利打比赛的照片，那个时候我打比赛的奖金大概差不多，我记得拿 WC 世界冠军是20000美金吧。然后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我们 WE 这个英雄联盟战队，然后这个也是今年夺冠的一张春季赛夺冠的一张照片吧。然后现在他们打比赛的奖金是我当时20000美金的数十倍，当然这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数字。如果非要拿我们这个行业内奖金差别最大数字来讲的话，那就是去年这个 TI6 的这个 Wings 这个战队夺得的这个世界冠军，大概是1000万美金，差不多是我的500倍。所以说，从这个奖金上，从现在的这个电竞行业的这个从业人数和这个爱好者上，都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尤其随着今年王者荣耀的开始流行。整个中国的这个电竞的爱好者差不多有将近这个2亿人之多，说这是一个何其庞大的一个数字啊。那当然电竞发展到现在，除了这个社会本来的风口到来之外呢，就是也离不开不相信有2亿人玩游戏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对于我们的这个电竞行业的支持。比如说在2003年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就把电竞列为第99项体育项目。那在这个去年的时候，这国务院会议上也说大力提倡这个发展电子竞技，以及包括这个去年9月份的时候，教育部增补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这样一个专业，
因为电竞行业的发展不光是只有我们这样的从业者，虽然我们大家的这个素质和水平都很高，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所以我自己创业的这家态度科技呢，在今年的时候也开始往电竞教育的方向去探索，卡吗？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要么换一下。那同时也包括今年十九大的时候，我们习大大也说过这个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你要不要换？要么我先放这边。如果你觉得实在卡，你就换。那我想电竞跟游戏，我们再就后面这个粉丝给你。就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说从之前的这个用户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包括政府的这个大力的支持，那我觉得作为电竞行业的一个先行者，我也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说他一说戴眼镜的，我心想不全是戴眼镜。作为电竞行业的众多的公众人物和一些大咖，我觉得电竞行业以及游戏行业的繁荣发展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所以今天呢，也是一个颁奖的这个盛会，我也不多说。最终呢，我是希望中国电竞加油，中国游戏加油，新浪微博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行业做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马律，谢谢。那我们下次卡我就换好不好？也是小心小心，下次卡我们就换。现在不卡，现在不卡。也希望我们这个微博游戏能够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进入一个抽奖环节，那有请这个阳光杨总替我们抽奖吧，好吗？是手机我们还是要抽一台 Switch 来。手机不行。来，麻烦别这样，下回还要给一加五 T 再打广告呢，冷先生要哭了。我们还是抽名片，来看看哪一位是我们这个杨总的幸运。我没有真的，是吧？我怎么换卡呢？谢谢。没有东西可以把它夺出来，这就来我们这草书啊，这不知道先生还是小姐写的是草书，这是我真的一个字都不认识，真的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这是睡觉的时候写的吧？宜家，没有，我们再抽一个吧，再抽一个好吗？真的不认识，我能看到公司名称写了一个游戏什么什么，谁有带名称写了一个游戏什么什么，谁有？带针贼有带针，之后没有四个字到五个字，在座有没有那个什么？就连字数都看不出来。在座有没有人有那个是吧？是有 bio 的牌子的，这是什么？给个针。来这样啊，这一张能看到手机号，手机尾号是5223。不是有针吗？在现场吗？手机尾号是5223。啊，来来来来来，就是其实他的名字我也不太认识。字儿写的特别好，来自我介绍一下。这谁有这个？哦 ，Hello， 我叫耿丞丞，是红星文化的。给个针子。这是三个字。哦，谢谢，真的有针的。哦，好，来，麻烦帮我们把我们的礼物送上来。来，由我们的杨子要换吗？现在颁给他。现在换还是过会儿换？好，谢谢。来，小姐，恭喜，谢谢。来，麻烦帮我把这个名片拿下去吧，然后可以回头大家认一认，真板木老师。现在好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也就是颁奖环节了。过会儿，那我们首先要颁出第一个奖。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微博2017年这个游戏这个领域的飞速发展中，是离不开各位大 V 的这个辛勤耕耘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奖也就是2017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奖。啊，就是我了。那到底是谁呢？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哎呀，现在不换啊，我先看了啊。现在不换，都快结束了。刚才今儿送了针。好，也就是我们现在展现出来的十位啊。哎呀。然后那待会儿我会要差点没把我认出来。十位，然后走到我们的台上来，先上台的麻烦直接站到台中间。那我就要调整一下。首先这个了。来，我们直接上台中间。若分若风 ，Sky。提莫，冯提莫，陈一发，先上台了，来，哇，非常绅士，女流，西哇，喜小点，骚男，小莫，来，恭喜以上十位，我们可以稍微站得紧凑一点，我们舞台微微有一点小，那我们也是，也是有请新浪游戏事业部总经理杨震先生为他们进行颁奖。我真的没事。
送过去吧，递过去好吗？把奖递过去，谢谢。好，起来。若风，来，我们稍微往这边点，来，往左一步，谢谢。好 ，Miss。来，那，来，封闭墨。八姐，陈放。你留好，那我们站，我们杨总站旁边跟我们大家合个影，我们稍微往中间站一点，谢谢。好，来，三二一，茄子。好，谢谢，谢谢杨总。来，请十位稍事留步，我们这样，我们每个人总结一句话，说一句简短的获奖感言，可以吗？一句话就可以，好吧？我从女开始。非常荣幸，谢谢新浪。新浪是世界上最好的微博平台。好，感谢新浪，我会继续努力的。那个，感谢啊，受之有愧，因为今年没怎么发微博，我觉得回去之后要多发点微博。天王太谦虚了，这个是理所应当。非常感谢微博，以后希望大家在微博上多多关注我啊，然后我们会发很多很多的这个节目的视频，谢谢大家。感谢微博一直以来的支持，以后也会发越来越多视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多多的支持新浪微博，新浪微博会越来越好。感谢新浪微博，就感觉没有新浪微博就没有我今天。谢谢新浪微博。颁奖发言环节是我最害怕的环节。然后感谢微博吧，就谢谢微博这年没怎么限我流。谢谢新浪爸爸。谢谢各位还有我的粉丝朋友们给我投票啊，感谢各位，希望英雄联盟能够一直火下去。感谢新浪微博，然后这个我每天回家疯狂刷微博。好，谢谢十位，请稍事休息，谢谢各位，来，请台下稍事休息，谢谢。哇。好，接下来这个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除了各位大 V 以外，我们知道我们2017年的这个游戏领域的成绩也离不开所有的 MCN 机构的一些贡献。那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这个内容的稳定的内容。那接下来颁的这个奖，也就是2017十大影响力游戏机构奖，他们分别是谁呢？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制药星空，来，让我们的这个机构代表上台来。我马屁吗？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制药星空，是大腿工作室。虎牙，这是那个十大影响力机构。大游文化、泡面番、棕黄文化、星娱互联、兔玩游戏、昼客科技，有请十个机构的代表上台领奖。没有 QG 吗？那我们也将由 QG 在哪里？微博。族群策，我下去了。微博族群策略负责人杨光以及新浪游戏事业部主编韩林为他们进行颁奖。好，我们稍微往左边来一点，谢谢各位。没有斗鱼。好，斗鱼不是颁奖嘉宾为他们颁奖。哎，为什么没有斗鱼？我们从这边开始，可能在忙年度吧。开始。来，恭喜十个以上十个机构。好的，我们的李小姐把这个奖杯递一下，谢谢。来，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获奖机构一起拍一张合影，大家站得稍微集中一点。
准备3、2、1杰哥一首凉凉送，哇真的死都不要跟那个跟乔点一起合影啊，毕竟两米以上孤独的不对对巨大的西瓜太郎，哇这是星光熠熠。 QG 什么时候来领奖？除了我们的机构以外，当然了在我们为我们提供微博的这些阅读量里面，我们优质的游戏节目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呢接下来颁的这个奖也就是2017十大游戏栏目视频栏目奖，我们看看是哪些栏目，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好，那我接下来会请上我们这些栏目的作者，然后呢进行颁奖。那首先是 Miss 的排位日记，没关系，来我们还是上台来，再一次有请 Miss， 还有起脚点下的主播真会玩，主播真会玩，我是不是应该上去了？好像起脚点已经上来好几趟了。那就叫西瓜太郎上去。徐老师来巡山，你留大众 MC。哎呀，我们被留下。小胖的赛事逼逼刀。王者荣耀泡面班，泡面班套我要买这个同款。下一可死毒蛇的伊可的魔兽教室。啊，下一可来了吗？不可能。J1是大腿，是大腿秀。王者荣耀君的主播666，以及油颜社的红白。大周 MC 是什么鬼？来，我们往这边来一点好吗？哦 ，MC 是那个游戏，我心想再靠近我什么时候喊麦？没关系，皇军不吃人了，来，再靠近我一点，然后给那边的朋友捧一个地儿。来，恭喜上十档节目。然后我们再一次请上阳光杨总以及韩林韩主编为我们的十个获奖栏目进行颁奖。好，恭喜！也希望各个这个很多没有夏一可，这是他们公司的，但是夏一可肯定没上来。应该是带领啦，好，恭喜各位。好，这样我们因为我看这个 Miss 姐姐穿的特别的华丽，我们站到中间去吧，好吧？啊，还有这种的吗？嗯，可以的，来，你站到中间来说吧。你们不要跟着挪，不要跟着挪，来来来来，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来来，导演组要走，导演组。你们二位要不往边站着？我觉得我的跟太低了。哇，六六也穿了高跟鞋。没关系，靠过来吧。不，你长得太美了。来，这样我们景凑一点，稍微景凑一点，我再拍一张照。来，我们再往中间站一点，来一点，来。来，3、2、1，茄子。看中间，好，这样我们让Miss说两句话吧，好吗？没关系，你说吧，谁穿最漂亮代表。哇，主持人疯狂带节奏，然后让其他人怎么想啊？你们最开始给我的舞台效果图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团队说，我们穿低调一点啊，就穿着不要大蓬裙子，然后结果到现场，然后我们傻眼了。然后后来我说我回去换私服吧，然后我助理告诉我不好意思，你是穿睡裤来的北京，然后我们就彻底没有办法。这个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这个所有的游戏的跟我觉得真一也穿得很好看，我觉得我们六六穿的也很好看、也没啥好说的，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穿成这样，晚礼服结仇了。希望明年还有我们，然后也希望明年会更加隆重，明年我们到主舞台上去办好不好？好，明年我们哎呦哎呀，没事吧？他不小心踩到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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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荣誉还在，荣誉还在。来，好，那我们来，那我们麻烦若风切一下吧。这一段切掉。怎么又带这种节奏？拆下去，辛苦了，来。好，谢谢各位，稍事休息。今天主持人疯狂带节奏，太可怕了。好，小心。
好，那其实呢，在2017年还是有很多在微博上冒出了很多的新秀，然后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以及非常好的优质内容。那既然我们颁的这个奖呢，也就是2017微影响力新星奖，那它分别是哪十颗新星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冉冉升起的新星吧。蛋蛋解说，请我们的星星到我们的台上来好吗？蛋蛋解说，王者荣耀是土豪，小臭要上来了。瓶子 ，Rita， 瓶子是男孩子吗？剑仙，哦，瓶子解说李九，折腾五号，赵小臭，这个戴墨镜加口罩的就是瓶子吗？同归于尽，来，我以为长得很帅才有这么多女粉呢，哎，这个是为什么呢？来来来，然后呢，我们有请新浪游戏事业部总编韩玲给他们这个戴口罩加墨镜的是叫瓶子，女粉很多。啊，恭喜以上！哎呀，我们小秋，我也相信啊，以上十位会在接下来，在明年也好，在以后的路上也好，也一定会成为这种更闪亮的星星的。小秋，恭喜！小秋平时穿得很潮，是吧？旁边是那个蛋蛋。小伙子还挺帅的，就可以想一想，我们这小伙子还真的有点获奖感言。旁边这个女孩子也挺好看的。好，来，让我们先跟我们的颁奖嘉宾和一个影，稍微往这边站一点吧，那边是不是有点挤？可以吗？小臭那个什么是秋裤啊？你懂个屁！人家很潮的。来，三、二、一，看镜头。好，谢谢，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先稍事休息，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吧，从我接近的这边开始，然后每人用一句话来说一下获奖感言，可以吗？小周今天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这个新人奖都领了好几次了，谢谢谢谢他们，谢谢新浪为我给的这个机会，谢谢巴黎世家、谢谢新浪、谢谢我的姑奶奶们，谢谢姑奶奶，不懈努力，不离不弃。谢谢新浪，然后多玩游戏吧。是谢谢新浪游戏和多玩游戏，还是谢谢新浪我们一起多玩游戏吧？参与到 S 七，这个是哪个？就今年的话，其实见证了英雄联盟，不太认识，真的一个。蛮大一个高度，包括总决赛在鸟巢举行的，就很有幸，当然这也离不开微博的，到底哪个是瓶子我也不知道，共同的配合宣传和发广，就是所以就感谢大家，然后明年一定会更加努力的，谢谢。所以一会儿会叫这个穿长裙子的女孩子站中间吗？感谢新浪微博吧，然后呢感谢就是说邀请到这一次能够就是说学到更多东西，然后呢见到各个级别大佬，对，然后呢也感谢自己家的这个孩子，感觉用嗓过度是不是跟我一起跟我一样得了咽炎，到了现场这个样子，对，所以这是瓶子吗？感谢大家，没听见女粉的尖叫应该、感谢新浪微博给我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能够跟所有支持我的粉丝也好，观众也好，以及王者荣耀的玩家也好，一个交流和沟通的渠道，然后再次呢恭喜，不是恭喜了，感谢一下中皇文化对于我的培养，因为从这是我的第一家经纪公司，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家经纪公司，所以我希望能够跟中皇文化一起成长，然后最后还要感谢一下王者荣耀，让我有做解说的机会，谢谢。他基本我该感谢他都替我感谢一遍了，就是我感谢大神电竞吧，然后我想说就是前两天确实在微博上帮一个得了癌症跟白血病的小伙伴筹了一下款，然后一天的时间筹了将近几十万的人民币，如果没有新浪微博的话，这个确实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在这里呢，也是感谢新浪微博，同时要替那一位得病在治病的小伙伴感谢新浪微博。前面的客套话都说了，我也重复一下，感谢新浪微博能给我这次机会啊，
给我颁发这个奖。然后我也是一个混了4年多的新星的新浪微博，然后有机会遇到聚焦星空这么好的公司，给我这机会非常感谢。然后来这儿还有个愿望，就是能跟我的偶像合影，我想跟人皇 Sky 合影。我是看您比赛长大的。好，那 Sky 答应了吗？能合吗？可以，那我们下面解决好吗？然后谢谢各位，然后希望将来能有越来越好的成绩。来，稍事休息。来，谢谢各位，恭喜各位，再次恭喜。来，小心。怎么了？哪个是瓶子我都不知道。好了，那接下来颁发的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了，也就是2017游戏优质内容奖。那么这个奖的分量就非常的重了，那是哪一些内容能够拿到我们这个奖呢？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吧。看一下大屏幕吧。他们分别是手游君、游戏仔晨晨，哎，长哥要来了，游趣英雄联盟小组，靠脸吃饭的徐大王，游戏圈资讯君、王者荣耀君，哎，我记得王者荣耀君，刀塔二，深灰夜一眼，哎，刚才王者荣耀君我有见到，王者荣耀小饭堂，有请以上10位。哎，脂肪君和那个什么。像国师这些不上去领个奖吗？对吧？我们也是直播天团。那我们将有请这个王者荣耀君，微博好高哦，策略负责人阳光为我们进行颁奖。这是长歌小姐姐，戴口罩的是。来，我们稍微往左来一步可以吗？往左是他吗？那我有点不认得了，因为上次我记得他有齐刘海啊，上次穿的萝莉塔。恭喜10位，应该不是长歌。在今后能够有更多更优质的内容，谢谢。跟我印象中长得不一样。我见过长歌的，所以说关伯君真的都是男的，请大家醒一醒，是他吗？哇，瘦这么多，我靠，牛批！来，我们稍微往右再来一点，好，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获奖者进行合影，稍微站得紧迫一点吧，好吗？哇，他瘦了好多，可以吗？真的是他，现在身材好好。好，谢谢。好，有请我们杨某留步，其他的获奖者也希望大家在今后有更好的表现，请稍事休息，谢谢。长歌之前是那个穿着洛丽塔的洋装，然后有那个齐刘海，那还得您来替我抽，所以我希望您不要再认出这种生僻字了。好，来，有请我们的李小姐把我们的抽奖箱拿上来。抽奖箱，我听说李小姐把孙尚香拿上来。认识吗？这个应该认识，而且对有手机号就好说。来，谢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什么微微，对，应该是叫微微，要不是微微，反正最后一个字是微，然后手机尾号是8585，这位朋友在吗？8585，好，请上台，来，8585。还有吗？两位啊。好，这一位叫李淼红，应该是叫李淼红吧？然后手机尾号是4975。有没有我67373的同学中奖？来，那请二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两个小姐姐，我觉得我那个第一个弯写的不清楚，然后他写了。哎呀，这不是我们，然后其实只有我们67373的女观众吗？67373牛逼！哎呀，哎呀你，那个九哥我爱你，你是最帅。这是我们女粉吗？这是告白啊！哎，这个姐姐好高啊！天哪，你真高！来，那也把我们的奖品拿上来，由我们两位获奖者进行颁奖。哎。变成 PS4 了吗？哦，羡慕使我质地分离啊。哎呦，好，来，往中间来一点，来，欧皇，谢谢。欧皇了。
好好好，谢谢，有排面，谢谢各位，稍事休息，恭喜恭喜获奖者，谢谢杨总。那随着我们最后一轮抽奖的结束，我必须要说一句，这个嫉妒使我质壁分离啊。那今天呢，我们活动其实到小姐姐，我可以摸一下你的 PS4 吗？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是听了很多的，不管是演说也好啊，还是一些成绩的一些奖项也好啊，然后其实有很多内容。那如果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互相了解的，或者想要合影啊，大家是吧，把手洗干净了，可以在会后结束之后呢，然后摸一下你的 PS4， 沾一沾偶气。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底下找到我们的负责人，然后我们都会给大家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他不要，我们今天的游戏影响力峰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然后也感谢大家一年以来的辛勤耕耘，相信在2018年大家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绩。那谢谢各位，我们明年再见了，拜拜。啊，完了。哇，咱们统一去休息室，好吧？去休息室。然后那个衣服给我给你。现在不是还是快收起来。又快了。哎呀，来，中医来，我来给你们拿。对呀、啊。来，统一去。我们要统一去那个 VIP 休息室。来，我来拿。有没有需要我拿的？那个，你帮我拿一下衣服吧，谢谢。咱们统一走啊。哎，这个。统一走啊。好的。在直播吗？对啊，673牛逼是吧？673，这么要走了，来，到那边去休息，不要走。听话，能帮我签一个名吗？谢谢，谢谢主持人。673牛逼。673，你这个同学怎么老记不住啊？你这个啊，你拿三个，我好多个。哦，打扰了。哼，有内幕，有黑幕。来，那边看到了吗？通知了，对，要赶紧。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牌。齐墨，牛虎我这儿呢。哎呀，这是我的是吗？这是。被偷了吗？齐墨的，这是节外，但是这是齐小姐的大腿，那边是小墨，我查了。哎呀，我们要先去那个 VIP 休息室。哎呀，我东西拿不下来了。哎。各位大 V 注意一下，然后微峰会的那个十位大 V， 待会儿咱们一回休息室，在三楼的在二楼的休息室，好吧，这边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走，谢谢各位。我没有名片，你给我加你吧，你给我这个名片。啊，我也没带名片，方便加个微信吗？是怎么称呼？你好。我在这边等我一下。哎呀，那个小金帮我拿点东西，我拿不下了，给我拿一下奖杯吧。给我。我怎么称呼你？还有什么吗？暂时不用了。什么单位？关注个亲。你借我一下，兄弟。哎，你好，要合影吗？我是武汉的，华姐，我合个影。哎，我们还在直播呢。小金，你帮我拿一下镜头好不好？好。在哪儿显示？尽量保持稳定和画面。直播的。好的，我需要先去一下那个休息那我比你小，而且能看。这是那个蛋蛋姐说。Hello， 网恋吗？你是萌妹子是吧？应该你们之前看过她的视频，她就是那个就变声器装台湾萌妹，然后跟骗男人的那个。明年会做节目，过一下。王者荣耀的。问你们网恋吗？哎呀，问你们网恋吗？哎呀，结果。咱们从这边去休息室。好的。嗨，我爱你。看点线。从这边去休息室。哎，他们那些人都
都去休息室、啊。对对对，都去休息室。哦哦哦。然后一会儿我把咱们那个咱们那个给叫过去。哦，好的好的。要不就都在这儿，粉丝太多了，有点乱。外面这么多人。大姐，能帮忙签个名吗？哎，你手别抖，太激动了，你抖我接不了了，你别抖了。你帮我，你帮我扶着，你帮我扶着。谢谢八姐，谢谢谢谢。我帮你拿吧。哦，谢谢谢谢。这是你那个刚才那个玩偶。哎，刚才那个哦，玩偶。对，可以拿上。好好好，谢谢谢谢。都在都在。从这边得走。你就先下去。他拿了个本子叫我签，然后他那个双手一直抖，我签不了。小蹭，小赵，小蹭，其实小蹭不姓赵。对，都统一回一下。是要做啥？其实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吧？哇，里面好。因为那边太乱了。色色啥？这个。本。小臭同学，哎，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今天穿的太随便了。啊、他们说你穿秋裤，你快批评一下，我根本不懂时尚。穿了八身衣服。下回我们要穿夜地长裙。因为现在走的话，粉丝我估计会把他们挤爆了。嗯，他们挤爆了。嗯那我们怎么、哦？那我们在干嘛呢？这里你就坐一会儿呗。哎呀，嗨，哎，你把直播关了。衣服过热了。然后，哎，你过热了，这个哦、快快快！这个手机比较好。我分不清你们谁是谁的了，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这是你的吧？这个里面有个，我看，反正也没什么区别啊。小胖，嗨，好久没看到你了。居然不穿高跟鞋，我垫了增高垫了。好。你的六在吗？你的六还不在。六还不在。干嘛呀？三星，不是你们这些呀、啊，就是墙头草。在他不卡的时候，我卡了，你们就说啊，一加五垃圾，天哪，谁会用一加五啊？等那个什么，等他卡了，我没卡的时候，就说哇，三星 boom， 三星太烂了，天哪，是吧？爸合个影吧，好，来。所以你们这种人啊，真的是墙头草，火影，打你！我是小迷妹，嘿，用那个B6两大圣，让我们让他们坐着好不好？好好，坐，请坐，请坐。哇，你超随便，我这个水有点不自觉。有吗？哇，你这么慢，哎，不是，这个光。坐，然后我上面可以，来吧，你都重庆人嘞。重庆的，站着喝吗？你这穿的怎么像？哎呦，静电，就是这样，有点像穆斯林，怎么回事？不是，就很像那个节奏大师，不对，就有点像那种宗教衣服，民族服饰。来吧，我来拿吧，这样。哎，行，我让他们看一下好了。嗨嗨，而选一条低调裙子到现场，我们所有人傻眼了。然后我终于你看这个这样一点，是吧？不要看不完。然后发现这部电影没有上场。这个大脑门显得太这样范围太窄。然后路标曲折，这样。遮住。再来几张。我在前面。主要是这个顶脸在小站前面。那我。不是说，你要怎么站？哎，你拿。我拿。一二。到时候传给你们 P 啊、哦。4.5是什么回事？讨厌的。可以吗？可以吗？可以 ，OK。没问题。这谁的呀？好像无所谓，上面。对啊，名字也没都没写名字。随便拿，只要个数，只要数量对了就行了。这脑门看着像秃顶一样的。谢谢 CCTV， 谢谢。有势力大 V 吧？这是你的吧？这个是我的，本来头发就少。哎呀，没有差别。不是你，这是星星哎。哦，不好意思。小壮年轻，自己去刻。不是萌萌的新人，自己刻一个名字。刻自己的名字。哎，我们九月份
我刻字的话，我妈会不会说你这个是假的？她说怎么你名字的字体跟这个的字体不一样呢？谢谢 CCTV， 谢谢那个奥斯卡学院，那些奥斯卡 Academy 是吧？颁给我这个奖，谢谢我的粉丝，谢谢我，但是最主要的是谢谢我的家人一直很支持我，从我3岁开始就一直支持我的音乐梦想和游戏梦想是吧？终于这一天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我很开心。别见见你。有樊妹妹说老公我爱你。哦。你还有老婆，我有几个老婆嘞，可以，他们改名为我的老婆、大老婆、小老婆，就女生嘛，就女生。你我也太肥了吧？你是公吗？啊、哦，我也太肥了吧？你是瘦吗？直播间什么？不，我是直的、啊，你是直男。直男不，我。我就是还是蛮熟的吧，4.5，嗯，又来了，又要开始了，不是那种意思，开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负心汉浏览，哎，不对啊，我还约他吃恰饭呢，就浏览。女流吗？是啊。你发现这个？哎，我为什么说负心汉？你知道是女流？他们说那个。哎、我随便来。他们不说女流要过来的吗？是啊，我给他发，我给他发一下。哎，你怎么一直不停的吃糖？就是想吃甜的。这个是，这有什么？有什么？就嘴巴会变得很干干的。这有保湿作用吗？它会制造一些唾液出来。要不要？不要。哎，你们不准吃糖。我跟你讲，在一个人后面抱着吐一层。没有我觉得这个房间是全会场最热的。那天我跟他睡同一个房。哎呦！啊，没有。那谁还跳起来了？他跳什么的？再跟他一堆跑的啊，再跟他们。你来拍这个。干什么？一拍得了。他本来他就是有多少演讲都计划，但是公司后面太多了。可能被673-73的那群变态围住了，真的吗？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不是？是不是什么国师啊？我问一下。我问他是不是被变态缠住了？好处理。谢谢。嗯，赶紧喝点酒啊！来，是不是国师啊、技师啊，还有老谭啊、什么鸡皇啊这些？来。喂，赵姐，你在哪儿呢？你别三零七，我现在就在那个他们那个大威的那个休息室，我在大威休息室啊。不是，你的笔，你的笔，我的衣服不见了，就一根笔。为什么衣服不见？羽绒服外套，在那个小。那你这样吧，你待会儿来的时候。他照眼镜照非要来啊！我记得他好像拿着冯提莫的衣服。啊，对，小赵是吗？对，他是拿着你的衣服来的。啊，反正我的衣服在他们那里。好的。等待会儿他来了，他有笔，然后直接照脸，拿照片拍照。哦，他是你的。对，就是他的。好。然后应该是笔，然后这样子。我给忘了。3张照片拍的，然后就是在照。负心汉不知道，不回消息，问一下其他是不是被水友缠住了？毕竟我们673-73很多很多也是那个大周的粉丝。对，
的。我的那个衣服好像是在你们那。对对对，他就在下面。好的，我在你们在休息室里。把我屏蔽了，不可能。好的。哇，小吉，你这个包好骚气啊！这样就看不到了。哎，来了。播着呢。啊？还播着呢。是啊，这。Hello， 小臭。嗨。Hello， 小臭。来了，哇塞，这房间里面这人加起来还不得好几个亿啊。别上这边吧，好，我可以多走两步，中间隔了一下。你今天穿的是什么？我要给他们拍一下。嗨，不是大家看到了吗？是吧？啊，看到了吗？哎，你怎么回事？哎，这负心汉是什么梗啊？我也不知道。少来。就是我觉得你。哎，你是不是在你过来的时候路上有没有碰到谁啊？有，刚跟他们拍照片。你有看到一个戴口罩的小胖子吗？拍了。拍给你拍的时候有取口罩吗？有，而且露出了和蔼的笑容。和蔼的。可以的。那一会儿我们他那个刚才他给我发消息了，哎，果然是被你们缠住了。自己原谅你。我原地站着都摔了，我基本上就是晕了。哎呀，不知道，哎，洗手间在附近吗？对对，边上就挺棒的。被你迷住了。我里面有啊，这层肯定有。晚上去吃鸡吗？啊？晚上去吃鸡吗？晚上吃鸡？好。去吗？你要去网吧啊？随便啊，韩若峰他们去。我晚上约了人吃夜宵。那晚饭怎么办呢？你很难入框啊。啊？晚饭我跟。很难入。对啊。你们晚饭都没定啊？干脆酒店的那边吃下晚饭。那个跟一个就是超管他们谈点事情。就是粉丝吗？啊。跟粉丝还是？不是超管。哇，粉丝是什么？那你们晚上啥安排啊？你要住啥？你要干嘛？吃饭啊。哎，你这回一个人来的？你没有带他们啊？我妹回去考试去了。考什么？科目二吗？大四。哦。考试。哦，我以为他早毕业了呢。没有啊，还在上学。对，一个人过来。你晚上要去吃饭还是要吃鸡啊？都行，都要。吃鸡应该很菜吧？对。我这么值钱吗？我一年装一下。哎，给我众筹买个挂吗？哎，不要再紧。快啊快！我还怎么说啊？吃饭还吃鸡啊？你有档期吗？因为你太忙了。啊！为我们抬柱子好吗？也是抬柱子。怎么叫也是抬柱子？难道不是吗？不是陈一发一家真会玩吗？我们是陈志方，你是主办方对吗？你说广告费结一下是吧？广告费也等于大概5000个电竞椅吧？是吗？5000个电竞椅太贵了。你们一个电竞椅多少钱？一个电竞1000块钱好吗？哇，那五千个电竞太贵了，那不够，5000个太少。你现在是我们什么女神片加主机片的台柱子对吗？主机片有我吗？有啊。你真的很缺素材。抡大锤。抡大锤。我们是最速通关的好不好？那你们现在还有其他新的节目要打广告吗？一分钟收费1万，来吧。太贵了，不打了。不打。现在走也走不掉，外面都是。他们说不是银子吗？主机区的那个台柱子。贾玲。哎，你这不哪有这个弹幕？哪有这个弹幕？他们都说贾玲好吗？明明说是西瓜太郎好不好？全是贾玲。放屁！说你是取关了，再也不看女神片了。合作关系破裂。我给你缝你墨的衣服，你去小莫的包。然后小莫，你这拿小莫的包怎么回事？打扰了，打
尴尬，尴尬。我拿回来拿了一趟小莫的包。人皇，你看见了？小妹，衣服好。哎，一会儿我们从哪里出来啊？我知道从哪里出来。就是我有些粉丝，他们到现场了，就是合个影什么的。是可以说的吗？就一会儿他们在哪里等我就行。那不张鑫的。那我们就在附近就一会儿出口就行了。哦，就稍微等人潮散一点。一楼的那个就是 C 一楼还是 C 二？就一楼的。C 一二三，咱们是 C 三吧？应该是 C 三。C 三出口，国家会议中心 C 三出口。反正 C 一二三都在一起，就是连着走。他们为什么都刷问号？我也不知道。杨总让签的。不是，他跟我说个那个，说地点，他怕暴露。哎。我先上去了啊。所以你就问啊，全都有。走的我中途哪也没来，直接就奔这儿了。走的有。衣服就是有人买。你先找一找，看看。你找一找。那新歌什么时候出的？你要看，那手机很萌的是吧？人家是可爱的男孩子。来给你们看西瓜太郎和蘑菇。再给你看一下负心汉，负心汉已经聊上了。哇，就是这就五秒钟不看他就已经开着。盖哥你去吗？去了啊。他们说我在这里是吧，专心直播，他在那里跟人自拍。啊，已经在交换微信了。哇，可怕。借着自拍的名义就加微信说要把图传给你。谢谢董安的牙齿的飞机。什么时候回上海？上手了，上手了。明天一大早中午。明天去几天 WUCG 教育带我玩呗。谢谢一对战机式的飞机。你们是怎么个玩法？我们是给高校去。我要不要把他今天的下午五号先定掉？他缺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明天。我今天晚一点定明天的。这样子，你晚上到下午大概几点？因为我们跟泰桑不是在合作谈了个场地嘛，然后有地方可以帮培训老师之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干嘛？创业的苦逼。不，他都会把那个剪掉，然后我们送。现在硬件太坑了，好可爱，关系好复杂。现在反正已经笑容渐渐消失。我到 call 你。call 你，走了。拜拜。哎呀。我想去一下，他们这边洗手间在哪里？手边啊。好吧。现在怎么办啊？女流呢？不就这里吗？回头我们刘铁。对，回头成品我们一定发给你。联系咱们，联系多一点。回头给他们。我还没找到吗？金龙找去了。我的手机呢？我可以去蹭吃蹭喝吗？晚你的饭卡。可是我们是超管家。没关系的。大姐，你们介意吗？大姐，啊，求签两个给你，回头我们送粉丝。我操，这是什么？七叶娃娃。不要在意前面，上面我们会剪去的。你也去吧，上面我们把它剪了。没事，这无所谓了。我们9点就把广告费结一下。我付不起啊。别不好，因为我们在拍，没关系。那需要厕所吗？哎呀，你要走。
管一下，我去那个旁边。那啥，这个好像这样，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在那里？你去一下洗手间。我觉得在穿蛮好看的，帮忙带孩子这个地方。帮忙带，我自己都是个孩子怎么办？然后我们去玩啊，去厕所，开玩笑。那我就等着呗，是吧？马上就给你拿回来。嗯，好。先稍等一会儿。好，行。就是辛苦了，是吧？没事，我们不辛苦，不辛苦。你们帮我拿呀，拿衣服才辛苦。对，签好了，一会儿我们拿过来。后妈，这，妈蛋呢？哎，我先把这个立下。后妈好，能立住。是恶毒后妈，我跟你说，你最好给我乖乖的。因为他这个自拍杆有点短，先休息10分钟。啊，没事。哎呀！咱们好像加过好友。嗯，是的。发发去上厕所去了，现在由我掌定。我手机过热，它自动关，不是自动关机，自动给我关闭了。哎，什么？这啥？一加，这是发姐的手机。呀，你们用的一样的，这手机好用吗？还行哈。直播还一直不断，还可以，我感觉。真的好吗？给人做广告。哎，对哦，也没有给我广告费，没有，一般般，这个手机其实还好。哎，我突然想，哎，没有给广告费。好吧。不做广告。谢谢十一岁月如歌，如歌，等会见。你不会是今天来的吧？就今天来的呀。早上，然后再直接就从机场过来的，是不是很厉害？我也想今天回去，结果好像明天有点事情，还回去不了，所以今天就在北京的。但是你要回上海吗？对呀。哦，你现在常住上海。哦，你不知道的，哇，我都住了1年了。啊？哎，没有，相信啊。我们都不知道。对啊。都不知道。怎么请我们吃宵夜？我比较宅，天天待在家里了，要么就直播。嗯。蹭吃蹭。口碑。哦，你们都是在上海的吗？嗯。就在北京吧，好像是。我还想过要来北京租个房子。啊？为什么？你想来西买吗？什么意思？你在北京不是西买吗？西买。西买啊，这雾霾很严重，但我很喜欢这雾霾的味道啊。啊，打扰，北京欢迎你。真的，我就闻那个晚上那个空气的味道，我觉得好香。每个城市有个味道。对，每个城市有个味道，北京的味道就是那种霾味很重，但是很香的。很神奇，我这个人有点变态的。又谢谢阿牛的火箭，谢谢。哎，这里好像也没啥人。哎，发姐怎么还不回来？尴尬。重口味啊，或许是我比较重口味吧。喜欢埋的味道。西埋少女，嗯。唱首歌。哇，现在还是有挺多主播在这里的，唱歌好尴尬啊！感觉你自己在，怎么这个叫，你知道那种吗？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哗众取宠的那种学生。就是老师说过什么话就老师说过什么那样。还能这样吗？不要这样。这是他的直播间吗？啊。你在哪里？哦，第一台的嘛。我没有直播。哎，怎么了？我是无业人员。之前不是在嗯？这么可怜。哦，你现在已经没直播，那随便上镜了，是吧？对啊。嗯。广告费。哎，广告太贵，接不完。眉笔，啊，啥意思？眉毛。眉笔。哦，你怎么了？眉笔，我没有在化妆的。哎呀，我这边没有眉毛。这眉毛怎么了？咋了？他想补一下。补一下。哦，
发发回来了。妈妈其实 Charles 杨他不是发发回来了吗？谢谢牛总的火箭，谢谢杨。杨总。杨总的火箭。开玩笑。你们那也有个杨总。不是茶姐姐吗？叫。对，是茶姐姐。突然变杨总。他是十二生肖。那现在要一直播到那个，现在要一直播到那个去吃饭。我跟就是可能出门跟那个来的粉丝就是。合个影，然后就关了，大概是这样。哎呦，好想补我的眉毛呀！我的眉毛为什么消失了？很难受。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呢？还再过一会儿吗？再过一会儿吧。我预计差不多，十几分钟差不多了，就可以出去了。哈喽金总，发姐，我先撤了。好的好的，先走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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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等一下，谢谢谢谢。我发了这个就是。来怎么说？来回一下吧。他在那个门口等我们。行啊，但我可能要跟门口的那个合个影，估计你也肯定也要。他们全部认识啊？合过了，你效率这么高。没什么，反正我在这进卡。我来拿吧。一起的水。你那么丑，不要照了好吗？谢谢花姐。哎，怎么又来一个？昨天没合，昨天没合。吃饭全程都在讨论卢文伟开挂的。哎，这个真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这死不了。我开着直播呢，求求你们不要带节奏。你们在说什么？我疯了，可怕极了，是吧？我表示根本毫不知情，我。我看一下弹幕。把照片都好，我把你的头换成我的头好。听不到。马上，我收拾一下。哎呀！我来找你，打个招呼我就走了。你等，倒点水。倒点啤酒得了。不是，就是。哎，小金呢？小金、帮我拿一下这个嘛，我拿不下了，我就出去跟他们那个合个影啊。好呀，那就直接你留这边，我来帮你。要不你帮我拿回酒店吧，放在酒店前台好了。我要么干脆帮你拿回去。拿回家吗？我然后帮你快递过来。也需要带那个这么重的证件。也，我看要，哎，不用你快递了，你就放在前台吧，我就直接明天带回去好了。放酒店前台好了。对对对，好，可以。好，哎，那我就先去吧，你还在这里等衣服吗？等衣服。千里第一。他去找小莫追衣服。哎，你怎么衣服在小莫那里？这什么鬼啊？谁说我的衣服在小莫？我也不知道，那话都没说。乱带节奏，疯了。节奏大师啊，我是。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哎，后妈再见。俺们刚才这样哄后妈，刚才这样哄后妈。后妈可还行。你可以让他们乱入一下，这是那个瓶子。哎，你好，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瓶子。这就是那个女粉很多的瓶子吧？对。每次上去都有很多人那个，很多人尖叫。这位呢？啊，不是，我是他经纪人。哦哦哦，好，谢谢。拜拜，好的，拜拜。对，我今天听你唱歌。谢谢。哎，不要拜拜，我还要去见修仙部呢，别着急，还要见修仙部。快点！哎，在这边啊？我在这边一直在等着你呢。哦，你说合影吧？嗯，对，行吗？绝对是你给，我给的你。我怎么给的？谢谢。哎，六六呢？六六呢？啊？哎，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浪了？可能是去上厕所。你还在里面？这个同学去哪里了？哎，拿错了，是你拿错了，换套子回来。是这样吗？那我们走吧。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包还在。包还在。要不我把他包拿走，他就会追上来了。六六不跟你吃饭吗？要啊。
就我们约的超管。你有没有等他？哦，你是说下面一团两分两次是吧？你和超管和六六吃饭。哦。拿走他的包，然后用他的手机群发一条短信，我们是不可能的。猜一下密码10003。哎呀，这个同学去哪里了？发个消息。什么呀？什么搜索了？这里还不冷，哎，你走了？你还没走？我等那个六六啊。我云浮找到了。哇，你云浮这么大的吗？你真的很怕冷呀。很舒服。你这个凉鞋怎么办？这个凉鞋，我就上去换啊。但我觉得往走呢。你也是住那个酒店吗？没有订酒店。我问一下，你问一下吧。我本来准备今天就回去的嘛。密码10013，不可能。哎，怎么？这是，我就问一下，这个方式不是你的啊？是的。啊，我不知道是谁。没事，我给他发微信了，完了他让他回来取。走，我送你。爸爸，我走了。好的，拜拜。拜拜。嘿，这个石丽丽是吧？去哪里了？没在屋。也不回消息。什么旅游？也消失了。又跑回来了。还等人。大姐，你在等谁？等六六啊，就旅游。我去找他呢。这个人去哪里了？我给他发微信了，他没回我呢。Me too。走了，拜拜。辛苦。和修建部在一起的吗？啊？跟谁在一起？真的吗？他应该跟那个谁，小点一起走的。啊，跟小点在一起。包都不要了，就跟小点走了。哇塞，竟然还有这种操作！不可能吧？给女楼打个电话。哦，女楼电话。又忘记包了吗？又忘记包了，千里丢包。六月在修建部那里啊？哦，那我拿着包去找他。对吧？这个价值几十亿的 LV， 那是谁的圣诞宝？那是那个赵姐的。然后那边有没有包还？没有。那我拿着包去找他。这拍立得怎么还能拍？拍立得是那谁？我知道张淼。来，我给你签。那谁？哎，谢谢。签名吗？谢谢。你。那我们他们在哪里啊？在一楼啊。那我们直接去吧，我把包给他拿上了。可以啊，那直接走。直接走，他在一楼被变态缠住了。直接下一楼。三级包。这三级包吗？这可比三级包贵多了，什么？这要充那个星月会员20级才有的。他们说人年纪大了就会喜欢老花，其实我觉得我们美少女也很喜欢老花。你会不会太多？给我吧。嗯，没事，还好。谢谢路边一小草的飞机。啊，平底锅哎，嗨，够了就。这怎么写？你没有带卸妆棉吧？用什么东西？我的眉毛渐渐消失。先舔包，舔一下里面有没有八倍镜，是不是这么走啊？是的。我要去一楼。对啊，这边就一楼、啊。一楼出口是吧？哇，怎么这么冷？这里。你把衣服穿上吧。你先把衣服。哎，我的围巾在不在你那里？在。啊，在。那我穿上吧。穿上吧。我觉得你要去拿件羽绒服，晚上超级冷。我晚上换衣服啊，我就不穿这一套了。我一会儿回酒店换衣服。那个，酒店在西安门吗？哦，天安门。天安门，西安门是吗？帮我拿一下，我把衣服穿上，谢谢。
前面是怎么回事？什么鬼？哎，这群人。这烧水的问题。哎。老板好，老板辛苦了。哎哎哎！老板辛苦了，老板辛苦了。哎，不是说六六在这里吗？走了。包都不要了。七小姐走了，他没走，他跟七小姐在前面。前面吧。哦。又丢包了。哈哈，谢谢牛总的火箭。要合照吗？这边灯光没有，就外面可以。这里太暗了吗？就是到那个门口那边光还可以。这个同学怎么这么爱丢包？是真的。哎，我怎么看见还有穿短袖的？哎呦，哎。谢谢牛总的火箭，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哎，金黄上镜了，金黄。欧皇，欧皇是吧？这是欧皇，居然中了一个，这是 PS4 Pro 吗？哎呦，真的是，是国行的吗？欧皇，两个皇帝直播间，还有季皇呢？哎，季皇，季皇在哪里？季皇，快，季皇。两个皇帝。我看了两个特别高的人在哪里？在那里。哦，我看到了。你们跟他合完影了吗？合了，啊。不是不认识吗？没有。不是根本不认识吗？不认识。六六事情。合，抓紧机会啊！一会儿人家就走了。我心里面只有老板。哎，那个戴帽子的不是闪胖子吗？我们亲爱的，你怎么包都不要了？你没发现你没有包吗？我刚看你直播了，在你那。啊，交出来吧，是吧？交出来吧。哎，舔包还行，舔包还行。谢谢。这包很穷。来喝一次。那啊，那你们要不要跟我和他一起合个影，大合影？哇，也很难的这个机会。那你帮我拿一下。那谁来拍呢？就合个影。准备包围了，我站过去。哎，你快进去，快进去，你进去啊！你进去啊！他们是 CP， 快！哎，那个，我来照吧。哎，那个，我来照吧。你谁帮我拿一下？谁主动举杆？赵老师啊！这个角度太强一点。OK OK。好。
我要么不看你自己 P。一家三口吃，那我们就先哦，我跟那个说一下，那我先撤了，我要关直播了。今天播了很久是吗？差不多结束了，跟大家说一下是吗？接下来他们自己玩了是吧？注意安全就行了。啊，最后看一下这一群人，哎呀，这是小胖子。拜拜，行。Goodbye 67373，谢谢书生带阿爸发家不来，谢谢紫色十八的热烈推荐。好了，我先那个，我先下了啊，谢谢。